没有投资的关系吧。所以你说我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样做？早啊，阿妈还在吗？早安，刚刚是谁啊？我啦。你养吗？对了。为什么身上有两万块？为什么身上有两万？刚刚跟五月天说话怎么了？我说你刚刚要我怎么做？哎，现在酱还在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意思是说，等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们的地盘会不会有新的工作吧？知道了。因为我发现母亲有新的工作。哎，有没有人可以载我啊？载我去？在哪里啊？我在公司，载我去公园，我要拿我那台车。然后有，然后我联络一下酱啊。哎，他还没醒吧？你等一下把他PO那个文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在了。因为母亲有新的工作，所以我想你们去看一下吧。等一下可能收这场也有说不定。那母亲的新的工作是什么？可以留个给我吗？我等一下叫五月天跑了一次，我看看是什么。好的，那个我现在回去公司哦。那个他是谁？那个啦，我等你。屈运柔啦。阿爸阿爸，他是说什么运什么的，但是我等一下看一下，因为刚刚我刚挺讯去看过一下都没有，所以可能要九点半吧。好，牢饭改成一个了，若雨啊，在不在啊？啊，在打在。好了，应该没在看台，应该在算了。哦，你在啊？对啊。哎，你在我去那个公园，我要拿车。嗯。冷静冷静，慢慢来。我刚刚把钣金改满了。哦，不是改满也不是，不是，太滑了吧，这里。没，等一下，没事，你不要激动，没事。你慢慢来哈。你慢慢来。被你叫一个，我的耳朵都要炸了。等一下。我觉得我下一步哈，可能是刹车要先改了，因为我刹车还没有改啊。没有啦，你先慢慢适应啦，你先慢慢适应。好晕哦。你还好吗？哦，哎呦，还好我绑安全带，不然真的会晕到哭出来。哎。抱歉，让你受惊了。慢慢来，没事啊，开车小事啊，不要开车撞到自己人就好了。啊，如果开枪打到自己人呢？那就那个晚上再聊，那晚点再聊，等他们都在的时候再聊。好，没事啊，我
我昨天有自己做不好的地方啊。没有啦，那是没有，那晚点再聊，晚点他们都在的时候再一直讲。没有啦，昨天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就我等一下应该会找，我会找酱，然后再找欧文他们的人讲一些事情，讲一些以前我们曾经发生过的。没事啊，我那晚点再安排啊，可能就会找你来这样。嗯，好，你先忙吧。之前是不是投资过母体吗？对啊，他是多了什么？他的工作机会变多啊。对，还有吗？钱那些？钱好像会变多，因为你要如果是别人跳的话，就会多蛮多的。好，了解。他不是一次给很多，他就是你可能要有人去跳的时候，他那个公司的老板才会给你多一点。好意思啊！我懂。怎么了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现在是只有我们三个在吗？啊，还有老柯也在。哦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没有啦。我先跟你讲谢啊，我晚点等一下可能要找他们的人谈一谈。找谁啊？欧文的人啊。为什么？靠腰，他们最近有几次做了某些事情哦。然后我们昨天其实要给他们颜色瞧瞧而已哦。对啊。结果他妈小贺把人家的东西都干光哦。不是被干光？不是哦，他干人家手机和无线电哦，还干人家工作证哦。啊，阿嬷。等一下，你如果怎样，你讲大声一点。我说昨天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他们生气，只有钱被干光，说了一句而已。因为昨天我们去抓那个啦，木洞啦。没有啦，最等一下，我再跟你讲一些事情。那个、没有啦，我最主要是要跟他们讲一些东西啊，江湖道义啊。他妈昨天小贺把那东西干光，他妈我想说。他那天受伤的时候也很生气啊，被干光光了。不是啊。他干光归他，你给我怎么的？没有，等一下你拿回去吧。他干光放在我家的呢。没事，有需要的人再找你来聊。对。没有干，你那个干光，我们只是今天只是打个地盘哦，没有必要做到那么赶尽杀绝哦。他连工作证都干呢。你今天他拿你食物，你把食物拿回来，那我就认了。他今天连工作证、连手机、无线电都拿、欸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那样吗？以前怎样？以前他们不是那个龙门也是？对啊，拿你们的那些嘛，好像。对啊，啊我们还是跟他们讲啊，就比较没有这个状况啦，将心比心嘛，我们今天只是个打个地盘、欸。但是小贺不是说拿了之后就放地下吗？没有啦，他说他身上有三只啊。王八蛋、欸！但是我昨天看他们身上都有的嘞。你最后检查都有吗？最后不是检查，最后跟他们聊天拿东西，他们还在医院的时候还有啊。啊，有一个被我丢在地上啊。恰好一样，你不是也一样？没有，因为我没有，我后来发现好像拿错东西了，然后就我有没有要塞回去，然后塞不回去。没有啊，你跟小乐说就好。不是他。其他人就、我是觉得啦，我们报复一次就好了，然后跟他们、啊、报复一次就好了。因为你听我讲，因为之前阿强也是这样跟我们讲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不要干手机、无线电那些。就是我们讲一些底线嘛、欸。你身上有料理吗？有啦，干嘛？拿来啊！我在弄啦，我在弄，想说卖一些出去啦。好啦，记得分一些钱给我。我想说，配合大学生那个饮料卖一下出去，还有花生呢。我上完了。哦，等一下放在那个啦。你陪我聊一下，陪我聊一下。啊。没有啊，就是稍微怎么讲，不要让大家都难做人嘛。
好啊，等一下你约他们谈一下。没有，我说最主要是要这样去约，因为我没有他们的电话，而且我自己去约他们也，他们可能不会赴约。也是啊。我觉得啊，抢走了啊，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啊。你记得跟嫂子说了，他很生气的那天。昨天我就骂他了啊，他助账啊，讲不听。不是啊，你气归气啊，你气归气，你有个底线也要在吧？他今天又不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他今天只是拿你东西，然后你就要把他的身家全部都搞掉，是怎样？对不对？是啦，这是电话不现在不要拿就好。没不止呢，我觉得拿需要，我讲拿，我觉得拿打地盘拿需要就好了。以前不是说过拿那个钱，拿什么？钱啊！钱我不知道，钱我不知道管多少啦。他们那时候是这样说的：收车包我需要，医疗包也需要，吃的也需要，什么都需要哎。他们说不是啊，哭哦，没有好不好？打。你当下会需要的东西就防弹背心和绷带那些吧，对不对？你当下会需要的东西啊，你又不是你哦，可能等一下要修车什么的，拿修车包就好吧。拿钱多或少，好啦，自己不要带那么多在身上，被拿就认了嘛。可是干手机、无线电什么。什么那个什么工作证啊？对啊，太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毕竟那也是人家的财产。我们今天打地盘又不是要怎样？我们是那个难民，是不是在抢劫啊？好的，了解啦。对啊。然后什么吗？我想去种个麻烦你们。哦。趁现在有时间。那个右边是谁？那个右，那个在我车旁边那是谁？白金毛的。金毛哦，那个是 Oreo 啦。Oreo 是谁啊？他们在医院的义工啊。哦，义哦，你讲上次讲那个义工哦。那没什么事了吧？我先去种麻了。好，没什么事啊。如果有需要你，我再叫你就好。好、啊。嗯。我觉得蒙面人就是他自己。没有，那个什么，陆宇在，你在吗？我现在有空，我现在有空啊。在打在。林雅，你等一下，你们昨天打完之后有收吗？我们昨天有啊，有收啊，就一张订单了呀。哦，没有工作证。哎，没有，没有啦，就最主要我。跑过中部的改装厂跟军火了，都，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军火这边有新的工作机会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。等到九点半的时候，这边的老板才会给工作证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那些问题耶、欸，就是关于。我不知道怎么讲才会不像是在骂他们呢、欸啊。我感觉好像跟他们提出什么问题，好像都讲到好像都有点要骂他们。危险物质的还是有。像昨天站位的问题啊，然后无线电回报问题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清楚、啊。就两个，原本就只有两个。是哦。对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这人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没事，我刷存，对不起。慢慢讲。这边两间的保护费我都收了。应该是昨天我们没收吧？他们都省着追那个摩托啊。也是啊，因为他被抓了，好像，但是我们没问关多久。嗯。但是确定的是，他现在在监狱吧。他应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出来啊！你们自己小心一点。音量变大声，不要这么吵。看一下你啦。我没有想要吵意思，只是应该不会喜欢男生的。我不知道、欸，冷静一点。我不知道，我自己声音会变大声。
我还好啦，他们就说不会绑我啦，我这么老。什么东西谁要绑你？阿嬷谁要绑你？你先绑我啦，他说那个变态啦。哦，可能那个吧，因为你太老了，他不喜欢。对啊，你们每个人都这样说，我都没怕、啊。看，如果他要绑你，我才会怕嘞。我会怕你把他打死啊。欸、我也怕。我不知道我这一棒敲下去你会怎样啊？不过保底应该是去医院啊，加护病房。你说我还是他？我说你那个状态啊，看到他哦，我不知道我这一棍下去你会在哪里啊？不过应该都是加护病房啊。哦，你说我们一起去加护病房？没有，你把他打到加护病房哦。哈哈哈。哎、欸，那也不错呢。我一定不会带他去加护病房啊！我还不卖给少权这300,000。啊，对啊，昨天是谁抓他？警察、啊。哦。昨天他开那个油罐车开了大概1小时吧。不是啊，啊他开油罐车应该没有人会那个吧？没有人会注意吧？还是他开的路线很奇怪？真的蛮奇怪的。因为我昨天是有听到说有人在，就是听到好像是孝全讲了吗？说他在开油罐车、哦、还是这样啊？我都忘了，我有这个印象，但是我忘记谁讲了。孝全啊。对啊啊，最后差不多时间太晚了，我就去睡了，也不了了之啊。我昨天看到他去那个啦，他开着汽油车去超商啊。他开汽油车去超商干嘛？要撞是不是？加油吧！但是就我看到之后，就看到两台警车在追他啦，在跟着他啦。哦，那说的奇怪，所以这才觉得他奇怪啊。嗯。之后。之后他还疯狂到去医院啊，开着那台车。哦，所以他现在是被关在监狱吗？那我听少权说是啊，他说出来的时候就再弄他一次啊，少权说。好、啊，这好、啊，他要弄随便啊，不要弄太夸张就好。他们两个。我再打个电话问一下那个五星认识的或阿龟，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他那个啦，最疯狂的是红卫跟少权还要开枪啦。不是啊，不是有警察，他们还开枪干嘛？不知道啊，我没问这么清楚。你两个倒霉啊呢。他开着汽油车开枪哦，吓了我一跳。白痴，他两个不想活，等下会爆哎、欸。是他们两个开枪，我们才不能。跟啊，之后就走来走去。对啊，那太危险了。他们在干嘛？警察敢啊！好啦，我会控制我的音量，我不要跟人家吵。那你等一下要抢回来吗？毒品？我不知道、欸，看状况吧。我今天身体状况有点差。有点想睡觉，应该你老哥哦，我你老妈啦，对啊，欧拉，欧拉是谁？欧拉，靠腰，天意哦。哎、欸，现在医院也可以来做工地哦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了吗？靠腰，我刚刚妈看到两个医院的嘞，那个院长和那个上次不穿内衣的那个医护哎、欸。
哭啊！不是说不能做吗？不是啊，园长有斑吗？啊？那红色头发那个有斑吗？我看他们从上面走下来的，你觉得他们不会搬吗？因为他昨天，我昨天看他洗碗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的、啊。对，冷静一点。还是哎，啊那另外一个那个白，那个是义工啊。哦，还是他跟义工。是义工。不是金头发啦，白头发，白头发，然后尾端子。对对对，他是义工，他是义工。哦，他应该跟义工做。我要死！哇，院长也来做院长，是多缺钱。没有啊，他没做，他只跟着那个人。对对对。等下，老柯讲什么？说他只跟着白色头发那个。哦。哎，老柯，你讲一下话好不好？喂。我要调整一下无线电啊，不然。有些人讲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听不到。这样吗？这样嘞。义工，慢慢排。哎呦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讲话，大家觉得我在骂他，我在指责他。我没有骂他意思。阿笑。好了，最近不要再烧车了，烧车太猖狂了。一样问题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不到人家声音。我说激动那个。没有啦。激动的时候，我还是该骂的时候还是会骂出来啊，但是不是骂他们啊，因为那不是他们的错，最主要都是骂对面，干你啊，怎么那么强，我的妈，好屌哦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准之类的。洗碗机好像换回来之前那个人，那个有一次我跟古巴仔在这边洗，但是这洗碗机有换过。
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可能要稍微再拆干一下，要等一下。你这个今天今天什么？怎么概念啊？就是有改吧，就是有换吧。不是做工作哦。哎，我今天卖毒卖了1000多呢。你卖完了吗？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其实好像也850多。你在哪里卖啊？啊，天一等一下要干嘛吗？不知道，自己动一动啊，然后等大家起床啊。哦。哎、欸，所以红药是吃的。但是天一，你是不是也要学啊？我还没学啊，都还没学、啊。所以你还是学仓吗？我可以再缓缓的，没差。OK。喂喂，没有，我在测试无线电啊。诶、欸、你知道有听到吗？医院有新来的医生。有。现在咧？有。医院有来新的医生。哦、我不知道有没有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无线电那个声音可不可以调啊？那个低声，那个好大声哦！他妈的。对。哦，没有，就是红色的，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碰到他。有啊。哦，那就好。我看过他。嗯。对啊，那时候我跟古巴学姐都在陪小可爱，但我听到你们稍微。对，七次郎。中马那边有爆炸声呢。你需要帮忙吗？还是没有？不是要，不是要，可能是那些市民撞到吧。哦。哦，他回来了，那凯文先生。你好、啊。等一下。我可以教你耶，你我知道怎么调哎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不是要弄那个哔哔哔的声音吗？你那个无线电打开来，那个，哎，它那个无线电有一个选项，哎，空间那边选项那个，你看到吗？然后输出啊，输出，哎，那个，我，然后那个，那啊，不是我无线电这样开起来，不是我两条可以拉来拉去的吗？喂？喂？现在不是有两条可以拉来拉去的吗？两个可以转的那个吗？对，两个可以转，你转第二个，然后转把它转角的。好。这样嘞？啊？你讲什么？我说你要自己踢，我们听不到
你说自己怎样？不是，你不是要弄个 BB 声吗？我们怎么听到你的 BB 声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说 BB 声是转哪一颗？左边那颗，右边那颗？下面那一颗。那个树脂最大颗那一颗吗？把它转响，转左边。哪没有变啊？你要把盒子盖回去才可以，才会变的、啊。还是一样啊？是吗？你有确定有盖好吗？你要让它自己盖好呢，然后你再把它整个装回去。你要用硬一点。你说哪一个？你再讲一次。有两颗，两颗，一颗，两颗。有两，不是有两条可以滑来滑去的。然后你要哪里？在哪里？打开来会有那个嘛，选项工具啊，工具选项，然后你再往里面找一点，会有一个输出啊。还是说效果那个音效那个是不是？第二条，把它转小声的，把它往左边转。我觉得差不多哎。可是我差很多呢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知道。啊，哦，差很多哎，靠腰。靠腰哦，我们他妈每次醒一次，我都他妈弄一次，干你你啊，垃圾无线电。没有啊，你要真的有让自己有记录好啊，要不然你每次开起来你都会躺回去。对啊，他妈之前那个第一声都比你讲话还大声，你知道吗？干你又靠北的。我知道啊。好啦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你不要动到我们讲话声音，知道吗？哦，OK 啦。今天没有意外，应该会早一点休息，十点前下洗好，反正我也不想打地盘，先给他们拿个几天吧。做不到了，该可以了。我今天不太想打架。但反而比你传了，顶多跟那个吧，跑毒品，跑那个吧，运送毒品。我怎么这么不出钱啊？我不用卖的。什么东西？现在才五六百啊，亏数。怎么五六百？糖果。不要卖啦、啊。阿嬤那个糖果要涨价咯。啊？你卖给那个下家的那个要涨价哦，300块吧。我现在货越少了。他一次都买多少啊？10包。10包哦。每个10包。那只有卖三样，大妈没有卖啊。没有，大妈我们自己卖也不够嘛。对啊。重点是还赚不够，我只买那三个啊，所以。对啊。啊，对，我顺便在你们那边拿
买一点海洛因吧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等他要我才拿好了。哦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早安，嗯，还好吗？哎呦，哎呦。神佑一下哦。OK。欸，天意你过来啊，天意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那个酒吧一下，然后讲一些事情啊。神佑他没办法。欸，酱在吗？哎，老板在外面。哦，我去找他。嗯、OK。在哪里啊？他妈！如果我突然喊出 QQ Boy， 他会不会靠北死我？四千，整个四千。因为没花什么、欸，又25万了。不止他会靠背，你说谁会靠背你？哦，我知道啊，捡 VOD 的全部都会靠背哦。没有啦，我怎么那样嘞？我只会跟大家互相编。靠腰哦，你不要穿这样干，有够像流氓！我操你妈 K 你！靠背啊！你啊，你不要穿这样了啦，靠背哦！而且昨天你穿白 的，我差点 K 你，知道吗？我不。他妈的，是我原本的衣服，直接改。靠腰，找个时间配一样的。干嘛、啊？你换公司是不是？看这个。我想说是什么东西啊？干你啊！你有没看到真才资讯？你是在赶哦？我不能看一下吗？是在赶哦。好了，你先洗碗，我等下叫你。靠腰。嗯，那、啊、人类，小人一直在讲话、欸，好像有点不尊重啊。不自红人，干你娘！不要再讲不自红人，哼，感谢追随。那个鱼蛋是阿嬷吗？干你娘！有个靠呗，有个靠呗。我他妈有没记得那个鱼人是阿嬷吗？干你娘嘞！我看应该怎么被他笑死、欸。
妈的，烂东西。讲嘞，讲人嘞，讲魂鸡排。匠人呢？哎呦，人类！妈的！小情侣耶！因为每次约好都不会成行。嗯，前几天说什么要帮鸡排庆生，结果太忙了，没有庆生到。有那种墨菲定律，说要一起出去，结果都没有墨菲定律，所以还是再问一下会比较好。要么就是还在赖床。讲人呢？哎、欸，我嘴巴塞东西，讲话比较讲讲话。讲人在哪里啊？怎么讲的话？哎、欸，靠腰这样吃东西讲话有点难模仿哎、欸。他妈什么时候来啊？人类，他将士人是到底去哪里啊？看我的全糖美式没了哎、欸！对他们说要去跳。我没看到你老板嘞、欸，你老板在忙吧？啊，没有啊，打电话给他啊，不是啊，他说他在外面，不是酒吧外面啊。好，我打电话给他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我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约欧文他们欧文来吗？因为我没有他电话，我跟他讲一些做，嗯，要找他谈事情哦，我跟他去找他，对啊，我没有他电话，你帮我问一下，他说酒吧这边等他，哎，欧文，他们那个林阳想找你谈事情哎，他在酒吧，你要不要来？林阳啦，哎，天意差不多要上来了，谈事情叫你来酒吧啦。对啊，你要等一下是等怎么着 ？OK， 好，拜拜。嗯，他说他等一下就过来了。啊，等他，跟他讲一些事情。妈的，又发生之前那个甜甜乐事件。妈，啊，他妈，哦，他妈身上干，昨天我们的你被舔了一个干净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们的人干他们的人啊。我想说，他们之前
拿我们也是拿的挺多的，我想说回报一下，没想到昨天我听到那个回报一下有点太大的回报了，多了一堆。你知道赶快把东西还回去是不是？也没有还回去，就讲一下。可是你们自己还回去的东西也不在我身上啊。吸干不吸干是看你们个人的、啊，你们自己谈得来就行了。我就觉得没有必要，今天只是为了一个地盘，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不需要抢到那么夸张啊。你们自己想吧。对啊，看又不是他今天像那群那样对我们，那就另当别论啊。啊，就等他过来吧。谁？昨天被我们吸干的啦。等下他什么话要说出来？没有啦，是我要跟他说。哦。我晚点小贺醒过来，我跟他讲。你说我把那个三点钱给你。我不要。我回来三号。嗯。九号。好了，我自己改了。昨天啊，头很痛，存个钱，痛死啊！怎样痛？他妈，他昨天他气再来，什么东西都不管，讲也讲不听。你说那个、啊？小贺啊。嗯。他就是他上一次不知道被谁他妈拿走一堆食物。你拿了吗？又不是第一天的事，他白痴哦、喔，感觉脾气不稍微克制一下、喔，会坏很多大事哦、喔。是啊，你们那个跑出去的那个，现在是怎样？最近完全没办法见到他了。哪一个？跑出去？哦，你说狗尾啊、喔？对啊。谁啊？见不得人啊！对啊，见不得人是他到底是有没有起床来知道，但是有啦，昨天是在啊，他都在，他其实都在。只是他不能让人家见到，因为他到底那他这样到底是怎样？他你们又不去干事情，他也不能去干事情。我没有干事情啊，他干事情他会去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每次他只要可以跑他就会去啊，然后他不管他就不管了、啊，他只是如果是要睡觉的话就不会去了。他不会怕啦，干他比我还不会怕、欸。你们要干事情要谈生意或是要去跟他进行什么鬼的时候，没有我们出去，没有我们出去的话，我们就自己一车、啊，他自己一车、啊。哦，那就行了。有出行的话，他就自己搞、啊。他不会怕啦，他比我还不会怕。他说是他抠的呢，他抠到干那个军火呢，然后我想说他妈的谁要跟你去看呢、啊？他妈的被通缉的。他是驻站，干一干换警察来干我们。然后你们还同罪。哎、欸，没有哦，那是隔壁的哦，我那时候还在里面哦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不了啊，干笑死，就放他走就好了。你们的频道、欸，你们的频道让我知道，我可以过去跟你提醒就好了。哎、嗯欸，我问，哎、欸，你什么？你跟他们谈了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你要谈什么鬼。啊，要谈什么？昨天的啊。最近彩虹泡泡呢？你穿粉红色车衫啊？啊？哦，昨天买的，怎么了？昨天看到你跟那个哎、欸，悠悠小姐是不是、啊？谁？就那个啊，这个是我们要谈的内容吗？没有啦，不是他的喇塞，跟你先喇塞嘛，一开始是我们正经干嘛呢、哦、没有啦、啊、有话就说吧。昨天你们的人拿我们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他是拿什么啦，我们的人也被你们摸了两次嘛，第一次诶、嗯前几天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有新来的哦，我直接把小贺的吃的干了很多，然后小贺整个气再来啊。昨天我们最后不是在那边拿那个东西吗？嗯、我是拿的有点多啦，但是那是为了回报你们之前对我们公司的那些事情啊。我等一下我讲完。但是我昨天听到他拿的那些书目，我也觉得他很不对啊。他干什么？他工作证也干，手机无线电也干哦。嗯、我昨天有骂过他了、啊，我希望我们
我们只是出来抢个工作而已，没有必要到赌身家啦，你懂吗？没有必要到把对方身上全部东西都拿走啊，那太过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拿需要的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是他做的很过火。可是他是说那一次是你们的人先拿走他一堆食物、欸，哎，没有，你知道那个人，那个新人他很穷，他肚子很饿，他只能拿他的食物啊。哦，不就跟以前月月一样？对啊，他要赶快先保自己的命啊。不是啊，他今天你拿食物无所谓，但是他是讲了他拿很多食物、欸，哎，这是一回事。他讲拿很多食物啊，他整个在公司就气再来啊。哦，他不能没有食物就对了。嗯，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些人对于吃的很执着啊。然后我昨天在那个，嗯、可能是个吃货吧。昨天那在哪里？我们不是有拿你们东西吗？我们也只有拿，我好像拿不到谁的修车包吧，修车包还有什么？我拿了三个开锁工具而已，然后有人拿修车包，哎、欸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结果你们妈，因为我听他讲，把我东西都拿走呢，手机、无线电。全部拿光，钱也拿走了，工作证。他说他也被摸6000，那个修车包那个好像被摸6000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身上的钱全部都没了。我不知道你身上带多少啊，我听他讲他摸了没有9000。我身上所有现金都没了，我的手机、我的无线电都没了，包括我的蛋夹、全部都没了。他这么凶的、啊？对啊。哇，他这样子不给活口，我觉得很过分了。我昨天有骂过他了、哦，我的那个手机，我们已经很手下留情了、哦，我们只拿一些我们必须要用的东西而已，多余都不会拿。我们连钱跟枪都不敢碰，连弹夹都不敢拿。结果他昨天这样对我们，我不知道昨天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昨天是那么气啊！我回到公司，我们在讲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才跟我讲啊。我昨天骂了他，哦，骂很久。反正，来，我跟他朋友的情谊就这样子啊，就结束了。我最主要来跟你讲就是，我们会把他管好，他管不好，我们会自己处理他。你如果他再有这种干光东西的这状况，跟我讲。我会处理他。我希望我们今天抢地盘不是为了要抢人家身上的东西啊，我们最主要是要利益啊，不是要赌身家、啊，你懂吗？你懂那意思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没有必要把自己全部身家赔上去、啊。那以后大家出门就带一只手机、无线电，然后吃的，然后一把手枪。本来真的是我们刚出狱的时候这样子的、啊。对啊，不是穷到爆炸，就是穷逼啊！我跟你讲，以前你穷啊，是因为他妈真的怕被抢啊，干全部人都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以前哈，有一个集团啊，专门会偷干你无线电跟手机的。你可以问立川啊，哎、欸，以前他在那个毒品工厂那边山坡遇到我，我身上东西全部都被他拿光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我，先说不是我。你跟前进啊？哦，对啊。以前我们就这样混的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以前我是不想用以前的方式，以前真的是赌、啊，以前真的是赌身家的啦。现在生活也没有那么糟。如果今天要这样做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他如果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可能他如果再这样做，我会处理他。这部分我会知道，我知道怎么处理啊。然后、啊、我是希望我们不要彼此再有这种。这么乞丐的行为，因为太狠了，你知道吗？更什么东西都全部拿光是怎样？是乞丐是不是？是没有钱吗？如果他今天是乞丐，我就算了。但他自己也有一点钱啊，没有必要到这样。是有多大的深仇大恨？他无疑是他一视同仁的，你们全部人他都这样拿，我是觉得太过了。哎、欸，老客，我觉得。如果你们公司有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你们又管不住的话，相信你们也难处理啊。没有啦，这部分我会再跟他处理啊。哦，不然如果要把风气搞成这样的话，那大家都会很难过啊。你懂我意思吧？是啊。
好不容易大家都有个有点钱了，欸、老师在吗？还要搞成这样是怎样？嗯，哎，好了，按你觉得嘞？你觉得嘞？你觉得你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嘛。嗯，如果他再犯的话，我会跟你们讲。啊、哦，他再犯，你再跟我讲就好。啊，你有我手机吧？我没有。啊、哦，你留我电话号码。好、哦，050160。050160，我这边人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再跟我讲啊，什么比较不应该的啊？至少要一个道上的规矩，一个礼貌吧。如果你觉得这不太行，你跟我讲啊，我回去跟他们讲，我再处理他们。你是050160吗？对，050160。哎、欸，不过我这样讲，因为现在安全拉链不会拉上的关系，所以到处都可以，我知道，每个人都可以钱包，所以你们要。你们要自己注意说，比方说你刚刚已经被一个人舔那些，你要跟下一个舔的人讲一下，说哎我已经被舔过了，不然每个人都以为你没被舔过，每个人都拿一点，你迟早会被拿到，你会被拿一大堆。我知道，昨天有这个状况啊，昨天我拿了有点多东西啊，然后车开过来又两个下来继续拿。说要是你已经被别人舔过一些东西了，你就要跟那个人讲，就是要舔你的人讲，大概讲一声啊。但是你不要用骗的、啊嗯，你不要说什么你根本没被舔，就骗他说我已经没舔过，那你就活该，那下次被发现你自己活该被舔一顿没有，昨天开始舔就是小贺啊，他舔第一个啊，他舔最。应该说你们应该互相之间确认啊，就是你们跟应该不是跟敌人确认，你要跟同伴确认说，哎、欸，你刚刚不舔过这个人，嗯，这样子比较好、啊，这样子才不会说不然会有状况啊。那个人回来你说哎、啊、你被舔过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舔。对啊。如果照现在的规模，每个人都舔一个尸体一次哈，那个尸体应该没有东西了。对啊，以前有时候被舔干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，大家不知道，因为全部人同时在抢那个人，然后那个人说：“哦，好，我拿一点就好。”就拿一拿那个人，那个全部被掏空。嗯，这个我会再跟他们讲。反正你们自己注意啊。好想睡觉，好想睡觉。然后自己注意一下那个变态有没有在又跑去晃来晃去的。变态不是说被抓了吗？重点是他活抓着吗？重点是他活的、啊，活的。他出来还会犯案呢、啊。他不是关无期哦，他又没有杀人，你知道关怎么关无期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杀人哦，七年就出来了，靠腰哦，7年哦，哎、欸，那也蛮少的呢。以前杀人关无期啊，现在杀人7年就出来了，还不会被枪毙耶，他妈的！那、啊、我们如果就地解决他的话，我们还会出事。什么意思？就地解决什么意思？就地把他毙掉。为什么就地毙掉还会出事？什么意思？啊，警察就是说你杀人啊！啊，是哦，你说处理昨天那个，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啦，死者伟大啦。啊，管他的，不要被抓到就好了。他妈那个自卫吗？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们对你怎么样？对他没有对你怎样？你又不是被闻的那一个。也是啊、欸。如果你们以后要拿蛋夹拿吃的话，都可以啦，但是。不要妈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拿走。你说身上东西都拿走什么意思？你说全部拿光啊？还是？比方说那个通讯的用设备。哦，这个我会再跟你们讲。这个之前我们有发生过，有讨论过。这个太痛苦了，没有手机，也没有开锁工具，也没有无线电，根本不能干嘛。可能要用走的回去。有啦、嗯，这我不知道他昨天会拿到手机和无线电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过。然后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人会炸车啊？嗯，我们会炸，之前我们会炸流氓的车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讨论一下吧。小欧，同学你要买什么？你说怎样？小欧的车被炸？对啊，现在只有货车啦。他连续3天被炸呢。连续3天都我们的人吗？对，都你们的人。他妈，我们没有抢地盘也被炸、哦，看到他的车就炸。不是啊，谁？我不知道啊。谁是这样炸？不是，不是我。我跟你讲，我会炸流氓的前进，就是因为我打不过他们，我要闹他们，那就算了。你们又没干嘛啊？炸你们干嘛？所以不是你炸的哦。不是啊，我有人炸的嘛。我不会无缘故去炸人家车啊！我觉得炸车也还好吧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无缘无故炸人家车。对啊，
对啊，我以为那是你们公司的特色呢，原来不知道。没有，我白痴哦、喔。可是他们炸车也是在，像每次都在炸车啊，所以他们炸车也不是在那个吗？没有不好啊。抢地盘的那个场合才会做这种事情哦、喔。欧文是说他在路上就被炸了，对啊，路上就被炸。他有一次他车停在外面，然后就被偷了，然后就被炸了，就不见了。他妈！好，我这个再回去问一下、喔，他们现在都还在睡觉，看我头真的很痛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我之前听他们说什么警局在在有五万，干我还想说他们在开玩笑。他不要戴，叫他口罩。天哪、啊！好，这状况我会再去理清啊。没有啊，看林雅跟天一不见了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问一下他们去哪？没有了。没有就好了。你们两个在去哪裡？讲述前，讲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好、啊。那、啊、我说，我想要买工作证。哦，好、啊，你们先。哦，好、啊。好、啊，那、啊、目前你要记得拿来的，如果要给我的话，要给我的要记得拿来。好，我 OK， 我先过去。秀勇我一下吗？没有，自己要交易的对象，在哪？但是有其他的时候不要，就是没有特别要交易给的话，都记得拿过来，不然就那个契约是。那我回家拿一下手册吧。你是第二个厕所吗？不用，我先帮你吧。是时候应该有要出一个来拉住局面的吧？如果再不受控、嗯，也就是成为另外一个流浪之家了。对啊。我觉得我们没有跟他们一样疯啦，没有必要到这么夸张啊。因为我之前好像听说陈赫有些问题啊。啊，他就太激动了，年轻人那不懂事啊，我会再跟他多讲。在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把他拖着两个小时，我一直跟他讲，讲到愿意听我讲话为止。讲到他那个心灵受到什么的，好，我现在来。好，你那么厉害啊！啊，我只要不停车，他就没办法下来啊。还是你录音那个录大悲咒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然后一直在你在车上一直放，然后在路上跑两个小时。大悲咒有用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、有人都把大悲咒改成混音的了。你记得要先把，你记得手要先给他反绑，然后头要先给他那个戴那个头套。哦，这样你这样看不到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然后手也动不了。对啊，那该要的加法是会有的，但现在刚开始讲给他流眼泪。对，讲到他流眼泪，我直接给你哦、喔。两个小时，我就不信他流不出眼泪。站长。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讲死、欸、我真的很怕。好啦，那欧文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就是你那边还有什么状况，就是比较过火的状况，就是你们觉得我们比较过火，是你们自己人有什麼发生什么事情这样？基本上就这些啦，其他我就是觉得还可以啦。嗯，好啦，那没事的话我就先去忙啦。 OK， 好好，那我要去忙了。好，拜拜。大家都在出主意，小赫，不是小赫是啊。他妈的，到底是谁炸肖问的车炸三天啊？炸弹客是不是？三天是三处啊，然后应该有一两处是那个打地板的时候。不是，为什么会炸车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会炸人家车，是怎样？今天。他妈，那个人是我的死敌。今天那个人是我的死敌啊，就是我那个刘什么的钱什么的，那个什么白什么的，那就算了。你要问红瑞啊？他妈不要再有人炸车啦！如果有他妈再炸车，找个理由啊！不要他妈没事就被炸干、啊。那红瑞是不是？晚上跟他心灵鸡汤一下，要炸找理由，他妈不要无缘故炸啦，干很智障哎、欸，我都会找理由炸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干那台好像流氓车，红瑞树在那个啊，是在打地板时候炸的、啊，靠腰哦，我之前有教他炸，因为我跟他说要炸，我没有跟他说为什么我要炸，我要说是谁的车炸啦，然后他好像炸上瘾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因为之前我们打那个姓白的，我叫他去炸，结果他妈没炸好，干你啊、欸！真是普龙宫哎啊！算了，我那太年轻，跟昨天炸那个那台跑车一样啊。
白痴，我应该不要叫他们炸了，他妈炸完才发现，没有哦，我们炸他干嘛？我们打他胎就好了。靠腰，没有，真的是没有必要，不要乱炸车啊，不然会有点状况。还有那个什么小贺的问题，干，哎，小贺，哎，不知道他冷静了没？啊你现在要干嘛吗？没有。工地咧？还没啊。哦，走啊，我去陪你跑工地啊。我看着你跑啊。靠腰，你可以，那要不然你背着我跑算了。不行啦，很重欸。他妈的。你这么壮。我烧给你啦，我烧给你啊，他妈的那么重，我烧个金童玉女给你啦，盖里。欸，我觉得我可以去写作墙了咧。你今天读过书了吗？没办法读书啦，我都拿去，我把精英拿去洗碗啦、啊。今天的都拿去洗碗了。精英都拿去洗碗了。哦，啊你读书，啊你读几本？我看一下，我想一下啊，我觉得。不是啊，阿宏瑞有学到了吗？阿宏瑞学了。他是拿什么学的、啊？不知道嘞，直接学吧，还没有花钱。靠腰不知道、啊、他要东西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要东西啦。我记得他要东西啊，他学的时候他没有收到东西啊，靠腰有啦，不记得，干他还跟将拿东西呢，那是要做啊，做什么？他做那个枪啊，他要拿东西做古那个古镇博不是吗？不是啦，每个老师都会有个学费在，我像我的老师要他很哈那个大嘛，好的我等下再过去问将啊、欸，你怎么走那么慢？啊对吼，你背个水泥吼。好啦，我在这边，我这边先做一下我的小零食啊，你自己加油。对啦。安娜啦。啊，如果今天比较早睡。那些今天你有听到再跟他们讲。向一笑妹妹1022。好。我他妈大伟不在，干总要有个人出来扛吧。妈的。反正不会是我啦。我小干你啊，小贺这么轻意气用事，干有一天他妈会去把欧文他们家掀起来。掀起来就出不关我的事啊。不是啊，靠腰啊，他是代表我们公司啊，他今天是一个。他有个组织，像我们公司他是一个代表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意思啊。对啊，像警队出个王小虎，好，警察全部都是垃圾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如果小贺做那些事，啊，不就等于警队的小王小虎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知道啊。啊，你怎么卡在这边？靠腰，我想说你卡在转角，你怎么突然？什么东西？你是鬼吧？什么东西？我刚才看到你卡在转角那边走不起来。你看到是我残影吧？我靠！我会野分身之术了。靠腰，你以为卡痛是不是？你知道那个吗？你知道有人跑一跑会有那个残影吗？你说老柯哦，我上次看老柯从医院门口滑步到路上欸，靠腰，他比滑板鞋还猛欸。啊、靠腰，我、哦、爽啦！你有过那个有个游戏叫做抱抱王吗？白痴哦，那个要钱欸，靠北哦。那个很赞欸，干那个贵死，他妈疑心幻有够贵的，他妈的。那个有那个跟鬼一样，好不好？白痴哦，有那个有跟，我是觉得没差，好不好？那就好看而已。就好看啊，不然嘞。靠腰啊，就没钱啊，小时候没钱，他妈小时候都可以只能偷别人的钱来玩。你啊，小时候都看别人先怕自己跟屌叔一样。你说小时候怎样？小时候都看别人bling bling的。哎，干小时候都直接开别人账号玩，然后长大才发现，干你娘那个是公车账。没有，我都开别人账号，盗别人账号啊。屁孩耶、欸，很爽耶、欸，然后再把盗过来账号拿去卖掉。他妈的！欸，我是这样做。还好，我不是那种人啊。你这个叫赚钱说话，好吧？靠北哦，你那个叫做什么？大盘商、中盘商、小盘商？哎呀，再来变金受伤，看你，哎、欸，阿贵啊，你还没比赛？哎呦，
张医生妹妹不用了。怎么了？我摩托车直接找到了钥匙。你直接回去吧。你直接上那个工作证给老板吧。你走好慢。等一下要去跳舞吗？欸，凶屁哦，不能凶啊，都可以啊。等下跳舞哦，nice。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只有张宇宙可以去。为什么？特别活动，特别活动。他妈，我不是人哦。不是特别活动。什么叫特别活动？阿妈这样子非常疑惑，不要找我。怎样？他怎样？等一下。要穿比较少是不是？他妈的，我可以啊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大院去过去啊。我没有不带啊，我不演的啊。不是，你看看他们推特写说什么。妈。哪里呀？他妈哪里呀？哪里呀、啊啊？靠腰啊！哪里？惊弓之鸟啊？不是。他妈的！你看到哪一群人休息？说谁休息？靠腰哦，衣服哦。不知道，我不跟你说，不跟你说。我想去看了哎。我要这么多人呐、啊！好啦，什么不要那么多人啊？不能看人家跳舞哦啊，给他们赚钱啊！我都已经准备好钞票发小费了、欸。好啦，不要发啦，我去家里玩那个啦 ，Game Boy 好啦。对啊，如果真的遇到人的话，我就说阿妈不给我们去啦。对啊，他妈的，什么我们是？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！生气！哇，很气耶！是你要穿这么小的大个面具去阿妈的？不是啊，你又不给我们去，我要怎么去？大面具啊，我都给你去。我说是母厅特别活动。那我戴脸皮那个面具可以吗？没有啦，阿妈，我跟你说，阿妈，他们如果要去，让他们去，但是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只能穿一条四角裤。我就是要穿一条四角裤啊！脸上必须戴面具，而且要戴的不是丑的，是帅的那种，让他们两个当钢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戴什么面具？我戴我自己的脸。那想的是别人就好了啦。那我换面具，我不管你了，他妈的。没有啦，我还真的要去咧，动作这样硬了，干你要不要？去啊，我没出息。我没困啊，靠！困你哪嘞？先去啊，干你你。去换面具。是啊，那是十一点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就说是那个。不是啊，我想说要去跑那个嘞。我想要去跑那个十点啊，10点。但是靠腰，那我直接睡觉就好。白出哦，等一下。告诉我你们的位置。我们现在在、那個。我们要往珠宝干、啊、嘛？我们要往珠宝店附近的。我们要去买面具是吗？对。要载你是不是？过去。你说什么过去？你。我等一下过去。哦，你那个无线电啊，你先按住，过差不多一两秒再讲话，不然那个有时候会收音不好，就前面会变断机。好，你要买，你真要买啊？去啊，反正没出钱，弄完你就可以睡觉了。有事情啊？你现在他妈就直接开始抢招商，抢你妈、啊？对吧？他妈抢我妈嘞，干你娘！抢到他这种没有胜出的事情，你在做啊？就你啊？我没有做啊，我很久没做过嘞。我只有，那你就我跟你讲，我就入阵的时候，我跟阿强去抢那一处，你说抢超商啊？对呀、啊，白痴哦、喔，超商他妈我们以前都在干，因为太穷了，我们没什么工作。哎，不是、啊，你们可以穿那个忍者装啊。我们只能穿束脚裤，是不是、啊？干，我们要去啦，靠北、啊。阿妈，你放心，我帮他们啦。干，我去穿我小啦，靠北哦、喔。凑热闹啊！是多热啦、啊！那可以不要试找过吗？好啦，我进阶一点了，好不好？三角裤，我直接开枪！我跟你说，他妈的，我又不是穿丝袜加吊带裤，干！
软恶魔猫男，你今晚的噩梦怎么样啊？等下等等，还是小老鼠上油台啊？你说那个可能有人运军火嘞，他们去中部嘞。警察、啊，对，还是要小猪佩佩猪，我是佩佩猪啦。你们玩过 R6？ 他长得好像那个、哦、Mute 哦，是吗？我觉得比较像那个呢，还是买呢？是奢买吗？奢买啦，奢买没有那个毒防毒面具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比较像 Tater 啦。Tater 是那个吗 ？WiFi 哥吗？不是啦，进攻荒啦。进攻荒谁？那个 EMP Charge 啦。EMP Charge。可不可以跟我讲他的技能啊？就是去砰，然后就没有电的那一个了。哦，你说 EMP 哦？切啦，对啦。都不会念啦啊？对啦，长得像他啦。还是锤子哥？我记得也蛮像锤子哥的啊。锤子哥没有后面那个啊，没有头盔啊。哦，对哦。锤哥哎、欸。好啦，我要当恶魔猫男了。哦，我跳好了，我跳一只猫咪啦，我是恶魔猫男。我在拉过去啊，我要笑他。我们要跳。十点啊！你不要跳这个啦。人家恶魔猫男哎、欸啊，你今晚的噩梦哎、欸。你来跳，我有哪个？我要哪一个？不是啊，你这个就跟我之前的一样啊。啊，他是恶魔猫男、啊。我是恶魔猫男呢、欸。对啊、欸，狗比较适合你啊。恶魔狗男 ，OK。靠腰哦、回哎、欸，白色，超史努比的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你的帽子脱掉了。可是他本人不可愛、啊、等一下嘛，你要等一下，干你脸。他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他说干你啊。你的前一句啊。我的前一句哦。你信不信我让你的头光头？恶魔狗男啊、欸！我真的觉得这个狗狗比较可爱。我觉得这个狗好像有点可怜呢、欸，他感觉要跟我要十块一样。给我啊。我是说狗啦，我不是说你，你是狗、喔。操你妈！助战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挑那个啊。耶、yeah。这个啊。你确定要这个吗？这个也不错啊、哎。啊，不然哎、欸，啊，不然你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们换成你是那个嘛，那个国王的服装啊，我换成皇后的服装。国王的新衣就是裸体啊。然后你戴这个。啊，没有、哦，我等一下去吃饭。我比较想要当狗啦，我等一下去吃饭。看他很当狗不当国王的，奇怪、欸。那个狗跟国王很丑呢、欸，你看那个大鼻祖。那不然你这个嘛？他叫得很阴险呢。还是你这个？看你还在萨克是不是？啊，不然你这个好了啦。不是吧？我就觉得这些面具，这个很萨克、欸，他们都会说很丑呢、欸。没有啊，你我跟你讲，你只要你把你只要衣服，你只要衣服挑的好看，我跟你讲。衣服跳得好看，你反而会被捧场的跟什么一样？捧场，说不定不是、啊，说不定你跳舞跳得好看，他会丢钱给你。啊，你音乐要站啊，音乐要下对，衣服要穿对，面具要戴对，不会吗？不会啊，李阳，你会放音乐不是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就靠你了。哦，可是我只有那几首而已，我只有那几首而已，完了。不用跳了、啊，我就看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穿小一点，放这首给他听。你说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他。这首很赞，这首很赞，这首很适合你啊，天意，你最小了。然后你跳的时候就开始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找一下、啊，陪你。我想一下怎么跳、啊。走，我们去换衣服。等一下。我只是想靠腰一下呢。我，干嘛？走。等。干嘛、啊？我想绑他呢。绑他冲他小啦，靠背我没戴面具哟、喔。不是，你有面具吗？他是医护，我靠北你！不是，他没有，绑他是，我肯不是你停下来嘛？但是他之前他妈的，没有、你把他带到那个，他帮我做助疗啊，然后他妈的他没有帮我缝伤口呢，他那让我流血呢，然后我就差点输血过多呢。看你啊，
他刚讲什么？你先回他一下，我没听到。638那边，638。OK。638。638。好不好？3413131638。机会呢？我想马上去。不用啦，我们等一下有空再搞了。他妈等一下跳舞。那个很快的、啊。靠腰，你他妈不早一点讲，而且我他妈没换衣服都被看到了。没差啦，那就不知道你是谁。鸡歪他等一下报警干你。他不知道你是谁的、啊。我他妈昨天在医院讲我是领养啦。他忘记了啦。你不要害我。因为那边的左边哪靠腰？哪？你有没有冒标记标识？哎呦，是那个衣服店啊哦。哦，你说那个海边那个、啊？来。噔噔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就看我的舞步，你就知道我要跳什么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穿小一点了。为什么他车一直冒烟啊？他是不是应该又撞车主啊？对啊。谁啊？我离开一下。欸，你们要穿小一点，然后跳这个。等一下我音乐给他放下去。差不多。穿啥？舞的灯笼。哇，人家摇整场，干！我很想，哇，钱都丢在你身上啊！小声一点，耳朵快爆掉了。安内呢？你这样就摇身场哦，干，哦不行不行，腰有点酸了。哦，好像腰酸，有够酸了。哎呦，干那瓦沙，哦不能看。这样子怎么样啊？靠腰，不要穿的跟我一样，好不好？我说这样子啦。你这样不够骚啊！你的裤子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衣服啦，这个、衣服可以啊，啊你再戴个项链嘛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突然不想去跳舞了呢。靠腰，你要猛男，哦哟，我被夸，猛男秀你懂吗？猛男秀你懂吗？菜不够吗？等一下啦，他换完了没？好啦。随便啦。我看你靠腰嘞，他还没换完啊。我侧边看你就好。那个啊，你那个啊，你领带不要带，你带那个项链跟我那样金夸链。哦。啊，那个项链要带什么？就是有点很台的风有没有？很台的8+9，然后再穿一个小热裤啊。小然后拿跳到热裤吗？啊，跳一跳就把热裤直接扒掉啊，那热裤就破掉，你不直接出来就好。突然想要去跑地图了。欸，红内裤啊，不然你穿红内裤好了。这个吗？对啊，啊你那个他妈警徽啥小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警徽呢。靠腰，你的警徽拿掉，不然有问题。我拿不掉啊。啊，拿不掉算了。啊，鞋子就你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吧。警徽可以拿掉啊，你看一下你的可能背心还是什么哪里的，你去看一下。助长你的音乐小声一点啊，我耳朵真的快要炸掉了。很小声欸。啊算了，关掉。干，我这边听就很小声欸。点到了吗？还没啦，还没啦。好，你们要煮吧，最后才进去吧。欸干，我等一下真的要去吃饭啊，你们等一下我要去当孤单老人吃饭，你们自己去处理啊，我没有音乐可以支援你们了。欸，那不行欸，我不跳了。他妈你真的很没用欸。我就不会换音乐啊。改天教你啦。不要。真没用。啊跟你讲，穿小热裤。靠腰，又不是你要去跳啊。靠腰啊，你要小一点啊。哦，我突然不想跳了。我跟你讲，医院的那个护士啊，医生啊，看到你这样跳，干我他妈2000-3000这样傻，对不对？你懂不？懂不懂？哎，难怪你那么穷，臭乞丐。你也不是差不多。啊，所以因为我不干这种事啊。
你缺钱嘛，你去跳啊！我是有行，我突然不缺了，不缺了。我是有行头的人呢、欸，我是未来要买下一栋楼的人呢、欸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随便的。你也太随便了吧，你这样不行。人生要有目标啊，目标你懂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了，目标不要，我没有目标了，没有赚钱赚钱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把自己的下限拉太高，懂吗？要无耻，无耻才能赚钱。我昨天就在紧急无耻才没有被罚到，你懂吗？靠腰啊，那不一样好不好？下流不需要技巧，只要不要脸就好，懂不啊？不懂不懂，我不懂。哎，朽木不可雕也，跟鸿瑞一样，不可雕也啊。也啊。哦。怎样？耳朵盖住是不是？布鲁托。那小明就是你他妈自己讲错。啊？怎样？布鲁托。怎样？怎样？那、啊、怎样？西梗头，西梗头，干你你啊！啊！他妈的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他闪，他闪了。哎，冷静，冷静好不好？冷静好不好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玩呢？没有，他打我。我会注意他，我会注意他。你先忙。啊！他妈天一出来啊，干你娘嘞！操死啦！不在这边。我输了。妈的！不要让我遇到王八蛋。他妈王八蛋出来啊！干你你！在跟智障一样，在没有乱鬼啊！你是疯子呢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他妈你是王八蛋，我没有锤到你，我不走，干你你啊！哪里啦？走到你心里啊，就王八蛋。啊，那我在自己这边跟张云上而已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。哈，高兴啊！怎样？你要拿他挡箭牌是不是？哈！我就不信你不会打到他。妈臭狗！怎样？安娜呢？啊，安娜第九点在上班啦、啊。安娜啦！干、哎、你娘嘞！没打我！哈！安娜啦！安娜第九点在上班啦、啊。我听过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衣服换回来？我不要啊！无耻！白痴，赚个钱哦！你那么穷，他妈上次跟……我只是想去看戏的，靠腰，欸、我去撒钱的。哦，你去撒钱？哎、啊，你不早讲哦！白痴啊！我们去那边不是要去跳舞，我看活动啊，不是吗？没有了，我要去看，没事啦。我想说，你他妈怎么突然叫我换衣服？奇怪。靠腰，你不是说你要赚钱？我没说我要赚钱啊！妈的，你不是说你他妈罚单？妈，罚我赚回来了，多快！我昨天没干嘛就赚三万了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扣掉工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赚三万。我跟你讲、哦、我昨天还借他三万哦，我今天户头多三万，而且还不算工作的钱，他妈的。没有，我都很认真的去卖糖果，花糖啦。哦，圣诞快乐是不是？嘿呐，我是圣诞老人呐、啊。他妈的，每一个卖出去，我都吼给他三下。波沙小，哎、欸，对啦，干，哎、欸，我去车上吃个饭，啊，你等下开车，搞心呐，烤腰，肚子饿啦，去吃啊，去吃啊，老疼啊啦，好饿哦，吃个饭。
营养不来，对不对？只有你们两个。还出款，还出款。那我直接就说你们是亚洲表演，表演。没有，我看自己的。哦，好，那我说有亚洲表演的好了。哎，但是现在好多人练也不赚钱了。你想，我过去是看嘛，不是啊，你不赚钱哦，跳一次可能。我过去再说嘛，我有。哦，好。可以包你吗？不要不要吗？红烧进来红烧进来啊、不要啦，我先跑。哎、欸，不要跑嘛！靠边就躲那么远。学长，哦，终于结束了，是不是？还没结束吗？过去一点啊！啊，你们要给我钱钱呢？啊？哎、欸，红烧学长还是要进来啊？下去是不是？我觉得。哎、欸，我看就好，看就好了。红烧学长那边。哎、欸，他叫谁啊？靠腰。哎、啊后面那这个是工作人员啊，这个光头不知道了。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看啊。哦。我来看戏的啦。哦，可以看的哦。我来看你的啦，阿嬷。谁是阿嬷？我不知道你说谁。太可怕了吧！哦 okay、安西，你昨天的歌是什么？要跳吗？要跳吗？那我们红烧水长呢？跳啊跳啊！借我过！我想要听 BGM。我有。我想听。哎、欸，你哪位啊？你养不会抓？可以帮我止痒一下吗？帮我止痒一下，我说我的背啊，帮我抓一下，老二哦，可以帮我抓一下，哦，可是你要 cue 我止痒吗？哎、欸，我没办法喊呢，这样，我说我的背啊，不要抓，你再扭一次屁股，我就以妨碍风化罪把你逮捕。等一下，谁要？不是你的屁股吗？那太恐怖了，你小小声讲，有屁股会妨碍屁股，屁股这个还是这个？哪个？昨天那个，那个不行吧？这个打下去就不一样了，有点危险啊！不要了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弄一下。谁他妈跳什么？哎，你们跳什么？随便。跳、哦。你可以先想的。不要哦！不要慢跑式。哎呀、啊，弟弟，哥哥你在做什么？头有点晕呢。你就叫我哥哥啊。啊，我是觉得有点困难了，你们还是给钱啊，给小费啊。在旁边，你站着要荧光棒好了。这样，大家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听得到。好，那我要放音乐喽。I like to move 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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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ve it
欸，我先想去打那个姜饼人呢，我觉得很靠北。你有没有打他？等下他再做怪就打他。哦，我先过去前面看，前面好像不要有掉。嗯。这组好有料哦！对啊，不会啦，没事的。耶、yeah, ，Go！ 要出那个可以的吗？你在干嘛？哎、给钱！我玩几条？给钱！哎、啊，34号，34号，我吃到一颗红糖了。这是谁啊？给钱啊你！干嘛？你看的不用给钱了。接好接好，接好接好。我刚才给钱啊！哎，谢谢奶油饼。不会不会。接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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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要这个了，我不要玩具车了，我要很金很金呐。给你一个哦，很贵的东西。等一下吧。花表啊！东西很贵啊，好好保。收。哎呦，谁给我500啊？谢谢哦。好鸡巴！我操你妈！我的妈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鸡巴！怎么了？好鸡巴！做什么？他妈的说给我一个很尊贵的东西，就给我一个杏鲍菇，还是我卖的。好鸡巴！谢谢哦。你 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人的道理啊 ！I like it, movie, movie。我看你是不知道啊。Movie, movie。I like it, movie, movie。谢谢呢，谢谢呢，谢谢呢。那个饮料店开了，大概可以去买哦。那红章呢？啊，我先给你。哎，走。我是在骑警察的站岗吗？嘿呐，我是保全呐。哎，阿妈不是说是有工作人员可以进来？我们是工作人员呢。那我算什么？我要不要把你们弄成偶数啊？嗯，好啊。保全真的很失败。要不要把你们弄成偶数了？好来，没事啊。怎样？郑先生，请吃出你的。刚刚说多少？身份证是不是？哎，我找一下。呀，宝宝。等我一下啊。把你的帽子给我脱掉。怎样啦？他妈也要脱帽子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要。还还没还没还没。怎样？好啊，等我一下啊。怎样？我身份证等下我就拿出来，我找一下。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等一下哦，身份证哦，注意看啊、哦。哎、欸。哎、
就贵哦，就贵哦，会得得哦，干你娘！啊，干嘛？去哪里？干嘛？干嘛？我了，好紧张。要不要找医生治疗啊？可能需要哦。你要喝什么吗？哎、欸，阿爸。哎、我过来问一下。今天有几个人上班吗？对啊，没有人上班啊。怎么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嗯。有一个朋友受伤了、哦，工作人员受伤了。可能要问一下哎、欸。哦，你帮我问一下可以吧、嗯？我去物理治疗他。哎、欸。没，他们好像有人破皮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嘞，那个刚才那个头在痛的小姐在哪里呢？谁啦？谁？靠腰，他要叫我帮他放音乐啦，我放什么？笑死！等一下。靠腰，我的音乐就那几首、欸，你就晃刚那一，那就晃刚那几首就好。你说死性摇、啊，哎、欸，红豆姐姐，我也这样，就直接晃了、啊，妈的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哎、欸，不是不是不是。真的要啊？嗯，真的要？对。哦，好哦。他们是怎样去换衣服啊？哦，好。哦，这个葡萄是谁啊？我站在那边，我有点可怕。这有点。也跟上去确认，就可能还有关系。刚刚在忙啊。好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换我了吗？好，到你了。我们有特别表演哦。哦，等一下，他会上去了，他上去了。特别表演，特别表演。嗯？我怎么都不知道有这段。哇，是谁啊？哦。哦。我可以说一声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 OK？ 跟我说一声呢、欸，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谁呀、啊？那什么？开始。不晓得呢。哦，哦，哦，很嗨，很嗨，很嗨。怎么从我这里看起来像美女啊？好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大声一点。我觉得大声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再不按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阿甲又受伤了？你可不可以参考啊？阿娇，没事吧？脑空，那你只有去医院吗？啊？我最近都没有啊，我最近都没有啊。验棒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是不是？干嘛？误上我的后尘了。哈？我们会录因为没水。你没水吗？我给你啊。好啊。我看一下。
羚羊大声一点。哦哥哥。哦，这样才对，这样太大声了。等一下还有。谢谢老哥，原来我操你。这样这样可以。好了。够喝了吧，够喝了吧。够了，够了。阿达，阿达。要不要一起上去跳舞啊？我刚跟阿西上去跳舞。阿西是谁？明星，明星。哦，哎，你们跳的吗？酷比。马达加斯加，我想象。就是那个猴子的那个、啊。爱那颗乌比乌比。OK 啊 OK 啊，还是要跳那个。阿姨啊，你怎么了，阿姨 ？OK OK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一起摇啊！荧光棒摇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大家一起啊！有电话电眼柔，浴室里面都是落剑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不只用落剑洗头，还有剑落，啊，剑落，剑落是什么啊？不会吗？嗯，那是这样弄的吗？剑落，等一下，落剑，剑落，哪一个才是喝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呢。我怎么两个好像都喝的？你要用 Nero 一起骂的吗？诺和的 ，OK OK。哈哈，LED， 对啊，对啊 ，LED 很快，是不是有错字啊？不是，那 LED 太快了。可恶！不然我今天有没有在呢？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哎，小天来了！小天来了，有的有的，我有带。阿九在呛你，阿九在呛你，阿九他呛你了。阿九，阿九，你有看到吗？阿九，谁啊？特别表演，阿九啊。哎，帮我换首歌，很棒，很棒。换首，帮我换一首歌，谢谢你。哦、等一下哦，准备一下、哦。谁啊谁啊？谁啊谁啊谁啊？谁啊谁啊谁啊？谁啊？哦，这首歌哦，这是我的歌啊。我说没中枪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了？可不可以抢走了？怎么了？看到我吗？有啊，看到啊，看到你啊。哎、欸，嗯，嗯，吼、嗯，阿角哦，吼，叫我啊，我啊，吼，烂嘞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感觉他长得帽子破洞哎、欸，很可怜。我也想要上去。OK 啊 ，OK 啊，可是我不想一个人。他是瘟疫耶，嗯，艾滋病，瘟疫，瘟疫，我要踹死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踹。
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换？雷姐姐也被抬起来。不行了，雷包了。哎，那个女生是谁？雷包嘞？晕船？哦，哎，你说呀？啊？就跟你说晕了。我晕了。啊，哦，你换玩具吗？看一看这把，认出来了。哎呦，你那镜头没你，那你头发嘞？怎么看？你看他头发，你帽子戴起来。干嘛？哎，你在哪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说到怎么剪成这样？他是个老鼠，你要不要来抬棺？周老康，你救我一下！不是周老康了，小白救我一下！你救我一下！你们有人要买饮料的吗？走那么胖啊！我想跳怎么跳？不是这样跳。你会跳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可是我忘记那个标准舞步，太久没跳。哎哎，谢谢。做那个吗？谢谢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哎呦！我这些人都懂玩呢。谢谢今天来参加的你们。啊，对，那个嘛。什么时候换？那是非常感谢。懂完，各位懂完。等一下，如果还有要上来跳舞的，请看哦，谢谢啊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他的你们的支持是他进步的最大原动力。哦，你好，对，我会把一部分的经费拨给洛健公司的。洛健耶耶耶耶！谢谢，那是拨给我的公司嘞。谢谢。阿莫吉，阿莫吉，用身体去赚钱啊！如果还有要跳舞的，欢迎上台哦。哎，有没有要跳的？有没有要跳的？哎，怎么跳舞的？阿小天不是要跳吗？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啊，什么事？有人要跳舞吗？看一下你们跳舞吗？哎，我们没有跳舞，我要走了。明星他们要跳。有。你们上去就好，没有跳，我要走了。他们还要跳啊，他们还要跳。有。这个梁医生，嘿，是那个吗？鸡排店不上班老板。我不想讲了。谁跟鸡排？那个是那个。哎，那个是谁啊？认不出来呢。哪一个？鸡排店不上班的老板。一样的，鸡翅中了啊。哎，没有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啦，水亏啦。我已经。水亏啦，好大啦。水亏是哦。马甲一罐甲灌落啦。马甲浓浓啦。什么？马西呀！萌发啦！萌发五六六啦！开开心就好了。他的幸福真的不错。你们俩要不要往前一点啊？我们前面一点啊！什么？谁要鸡排？谁要鸡排？你在干嘛？好像是不是会挂了？问阿角吗？台湾。我们在挥舞酒吧。台湾干嘛？千元跳舞。我怎么上呀？鸡排上，鸡排上。等一下哈，我们凑一下人。没问题，没事。就，在这里好了。我也没学。哦，你要小心点，很多演唱会都不给拍照呢。哎，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可以吧？请问你在上班吗？哎，这边给拍照的哦，随便拍，张一百啊！怎样？等下花给他们啊！三是怎样？你的手，走开！你这个像你那个光头的，你的手走开！不能拍阿角哦，拍不到哦，因为太黑喽。他妈，不会啦！我应该……哎呦，有料！听不对。哦，
When I lie in bed, just getting all the thoughts in my head, and I'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. I go to work som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just hear it and get you hard and I take a tap of my love. What's going on? And I say, he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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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, yeah, yeah. I say, hey, what's going on? I say, he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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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I say, hey, what's going on? And you try. Oh my god, god, I try all the time. If this is the tension. And he prays. My god, do I pray? I pray the same god there. Forever the show. Woo! I say, he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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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, yeah, yeah. I say, hey, hey, what's going on? And I say, don't cry, my love. Just keep it inside. Learn how to hide your feelings. Yeah, yeah. This is it, I say it! Wow. What's going on? Yeah! 可以出道了！大型检书现场有没有要的啊？阿角不要再吹了啦！嗯、啊，你好。你都一直在吹那么大力，我都好痛哦。小力点。完了。还有人跳吗？吹小力点。还有人要跳吗？阿妈有声音吗？还有人要跳吗？谁声音？没有跳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要跳吗，妹妹？有没有跳？有没有阿角跳一下，跳一下。阿角跳一下。哦，阿角跳一下。No。干，你刚才不是很会跳吗？不要了。看，要不是我已经在开始要饭了，我就会上去跳。啊？开始要饭？你没有看到我这个戴加墨镜有没有？在哪个牌子？有没有借我钱呢？很像盲人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位先生，有没有借我点钱呢？10块也行，100也行。有给有息，没给哦。那你是撞车啦，满脸淤青的。哦，他肯定是撞车。哎呦，87块，感谢你哦。你的猪主是我哦乞讨的最大原动力。走啦。结束了。哎呦，有钱呢。6000赚，哎呦，好爽！我他妈拿着高速牌，我就赚了1000块了，哦，好爽哦！好爽哦！发大财，超爽的，捡到1000多块嘞！是，哎，不会是你要点吗？还是要买饮料、啊？我看菜单，买一下哦。我他妈刚才想说。阿甲，这边排队哦。我还想说谁要跳嘞、嗯，我要准备发钱了。外面有够亮，我差点瞎了。结果好像，结果你还领钱，没有，我领了钱，然后没有看到想发的，然后还赚了1000，赌的，好爽哦，好爽哦。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赚钱的好日子，好日子。啊？好了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请你喝啦。我要喝 QQ 那边好到没皮肤疼。我要柳橙汁跟。哎，我要全餐。我要全餐你。阿妈。啊 ？Fuck you mother！ 不，酸呀。Fuck you mother！ 你他妈三台跑车了，你还跟我要？阿角什么都没有，他读书人。阿角有阿强号啊。
他只有阿强，阿强给我做，阿强留给他的啊。哎、欸，我三台，那是阿强的遗物呢。对啊，不是，阿强他不是死了吗？他不是死了吗？遗产没吗？遗产呐。他说去吃啊，他记得吃饭喝水啊。然后什么？你跟他点了、啊，你跟他点，你跟他点。真的好，真的好。QQ 那好汉都你要给我什么血糖低哦 ？QQ 不是茶。QQ 那好汉都没不茶了。到底是谁取这名字？可不可以取短一点？怎样？张云生改的、啊。哦，没有啦，太长了啦，另外我都忘记要喝什么。怎么样、啊？怎么样、啊？好啦好啦，要喝去啊，你去点啦、啊。怎么样啊？怎样啊？阿嬷收起来啦。青春流流成汁两杯。我去问哦。我没有生气三杯，跟你聊三杯，性冲动两杯。哎、欸，他很不满意那个 QQ 那点好汉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现在有在骂盖里尼啊？不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。他妈骂的还蛮顺的呢。你冲啥？有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可以嫌弃就是那点好喝的妹不馋呢？要买饮料吗你看一下推特，哎、欸，他们要去跳了啦，我根本没时间挤那么多饮料啊。橙汁两杯，还是你在？你是不是请所有医生喝饮料啊？真想遇见你。可以啊，我无所谓啊，一人一杯啊，我完全无所谓啊。哎、欸，各位，那个光头说要请你们喝饮料呢。哎、欸，医护的，医护的，医护的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麻烦排队哈。医护的有人请饮料啊、哦，免得有医疗疏失。医护的啦，靠腰哦。医护啦，每一个都是医护的咯。这里太吵了。这个穿警服的不算哦。不要！不要给我！不要给我！那个是要。哎、欸，阿妈，你等下穿警服不算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又不是医护。不算医护，对啊，你不是医护。啊！我请医护啊！阿爸，你先，那个光头说要请医护喝饮料。好啦，你再帮我点。你们都可以自己点自己点。好啦，你那个警官也请一杯好，看他那么可。我自己也没在算钱，好辛苦啦。一杯嘛，一杯啊。算错啦，不要亏钱了。什么？一杯300哈。对我收你便宜点，350。干你！阿妈，你抽乞丐哦，还多赚50，他妈的，你很黑。哎，我没钱赚的呢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个是品生赚的，不是我赚的。给他赚啊！啊，所以350很合理吧？不合理啊，因为你有赚啊。开玩笑！他妈的！怎么了？不是那个葡萄真的会密集恐惧了。对啊，那个葡萄。你让我去买书。那个葡萄真的，我吓一跳。哎、欸，你有钱吗？有啊，我、哦、有钱就好、啊。你可以学的嘛。对，我刚刚也是像你一样。再多读一点吧。对、啊，你再多读一点啊。啊，对，老范你过来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不要，用你付。不要，我自己付，我有钱。哎、欸，老板。哎、欸、嘿，是。他们买完哦，医护我都请嘛，他如果报我的名字哦，就一杯免费啊。啊，等一下你再跟我算钱就好。哦，好，你看，你像阿妈讲的吧，每个人一杯免费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医护的，哦，那、有些人已经买完了呢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啊，再请一杯啊，我刚才不是喊，好，还是都没人了，啊，没人了，他妈的，哎、欸，阿妈，人都走了啦，靠杯，他，我不是说要请吗？我都没人，他们都说我买完了。没有啊，你直接等一下跟品瑞说收钱就好了。啊，他说他们好像都买完了呢。好。还有人要跳？对。
有。哎、欸，不看会后悔哦。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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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叫什么？你们等一下就知道啦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这次不要跳荧光棒。哎、欸欸，那我们问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。你问谁啊？你呀、啊。你们要回来干嘛？那、啊、你等一下会上班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，明天吧。干，我想吃鸡排哦。不是哈、哦，啊，我他妈我一个礼拜来吃一次。好了，我晚一点看看好不好？几点？十一点以前可以吗？啊、不然你要什么？我待会想办法炸给你。真的啊？对啊。我要那个五谷鸡腿排。我们叫鸡排，叫鸡排，什么五谷鸡腿排？那、啊、你不说想办法炸给我？我说我的菜单。来，你菜单有什么？看一下。你再去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也要，我要 C 位，我要 C 位，我要站这里，我要 C 位。哎、欸，这边的照片真的拍的比较好。来拍什么？哦，那你们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只要看，我只要看而已。哎、欸，雷暴小姐啊，鸡排那个广告没有在贴了、哦？啊，我有营业才会贴啊。啊，你看你多久没营业了？我昨天有营业好吗？有吗？我看那个推特那个花生都比你出名呢、欸。哦，有啦，我有看到，鸡排哦、喔。我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要鸡排、鸡皮、地瓜条。没有我他们的。你等一下再跟我说。啊。旁边那只是砍我的手啦。哎、欸，凤梨哥借我那个照片呢、啊？我传给你的。哎、欸，好，先看他们，先看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你等一下，有没有八种各三表？有表演呢，来了。阿娇，你看完了？还没。啊，那个老鼠头是谁啊？欸、阿娇，你知道吗？阿娇，我走得很好。走啊，先去。要脱掉什么？预备！什么？哎呦！我可以看吗？可以的。可以吗？我也可以啊。认真看你。我准备撒钱了。这什么组合啊？这什么组合啊？那么多衣服了。哎、欸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拍照了，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表演很精彩哦，不要眨眼哦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心满意足。我的美金也看到了。啊！怎么红烧也脱衣服啊？啊！我们共舞一下好吗？那是红烧吗？红烧。哇！先懂完呢。哎呦，还好今天有来。父王子孙。哎、欸，警官，你这样上班偷看可以吗？对啊。哇，好棒哦！没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红烧在干嘛？谁在干我？哎、欸，枪套收好啊！枪套收好。红烧。哦 ，God damn！ 哦，感谢上天。哦，摇！哎呦，干好会摇，受不了。哇天哪、哇哦！我的钱也没了，我快扫完了。那个角度，哇 ！VIP 呢？哦，我感觉到海浪了，波涛汹涌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没看到那个浪很大吗？我都快晕了。还没有，还有，我钱快没了呢。我裤子破掉！裤子破掉呢！
有穿的跟他一样吗？要不要一起啊？我先进去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一起跳。受不了了。我他妈第一次听到人家说受不了的，是要进去跳这舞的。我操！你去啊！生活不易呢。生活不易啊！生活不易啊！生活不易，我要发一点奖励给他们。嘿、hey. 啊，对，还会有表演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觉得哦，怎样？可能也要我们来练习呀。实际上还可以再捞一笔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再唱吗？哦，我觉得对啊，然后我们去捞一笔，怎么样？你不太想看你跳，哈哈。他早跳就开好，不要跳不要跳啊，无所谓啊，我完全无所谓啊。真的吗？我没有跳啊，我跳干嘛？我不赚钱啊。你刚看见我会跳呢。我跟你讲啊，跳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夜店啊，跳那种嗨的。你不晓得？嗯，听我那个听的嗨歌。你偷你的帽子之后，这这边就变夜店了。我干你娘！我先去买书，买书，不然我怕我忘记。哎、欸，你不是你还没买啊？还没啊，我刚才在外面偷听哦。你是谁啊？红烧医生。看你在场外跳得很开心啊。对呀、啊。那谁啊？哦，谁啊？这样没有啦，这个衣服也只能这样穿啊。如果里面不穿，那好像有点恶心、欸。这个好丑、哦。瞅你妈！你至少我说外面那一件搭的好丑、哦，至少不会像你只有无袖。不是啊，你为什么外面要搭这件？这好不搭哦。我有一套，你记得吗？外面那件好丑，什么东西？我有一套长这样啊。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穿起来就好丑。我觉得是人的问题。嗯，不是颜色搭配吗？嗯。那走心的呢？不是啦，靠背哦，靠背哦，你走屁哦。就跟你讲真的，那个没有搭好、啊，你要不要换一套啊？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开我车去哦。啊，不然嘞？他妈的！哎、欸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不知道嘞。哦，啊，不然、欸、等等，我留现场，我留现场，你等下过来再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车在那，我车在那，我给你钥匙啊，不要。靠腰啊！他现在一直后退。干你娘！你他妈来这边也要？笑死！自己走过来啦，干你娘！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哦，进去，我进去跟你说会不会 K？ 喂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我给那个啊，刚才那个跳舞的小费啊，我看男的都进去了、欸。阿爽、啊，哎、欸，刚才跳谁啊？我给他小费。你跟我，你听到那两个字的时候，我一下都差点哭出来呢，抖了一下，跳一点。什么默契？我跳一下的、啊。亚妈，怎么了？我在扫地。扫屁哦！啊，冷的，我给小妹啊。清洁一下，你自己问啊。靠腰哎、欸。
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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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芦荟医生呢？不是啊，芦荟医生叫他下次也买面具。等一下，刚才跳那个、那个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、不知道，他刚从后门走掉了。哦，太可惜了，我准备要、准备6000块的小费了。哦，太可惜了，你可以给我，是我，他们可以帮你转交，我会帮你转交，是我，会帮你转交。哦、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看得不出来对不对？啊，这样认得出来。你看没事，这样认得出来吗？这样认得出来吗？你刚刚是上面，不是下面。我吐错，哇！哎，认得出来吗？我拿，二五，怎么办？哎，43，好啦，一人3000啦。哇，跟说好的不一样呢。对啊，不是说6000吗？啊，两个一组6000啊。没有呢，你刚刚是说我拿是给他们6000。好啦。怎么样？我去拿，我去领。OK， 来，我在你旁边哈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压力、那我3000就好了，43。啊，你有美托？我托你可能会出事，所以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，你可以。什么意思？哦耶，谢谢啦，谢谢摊场，你给他们，不是。哇，碎，不是，谢谢。鸡排店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嘿，你怎么骂他呢？不是，我说鸡排，鸡排店。我说鸡排店老板。哦，好。我想说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脱了为什么会被打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明发有毒啊，明发有毒。哦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明发有钱呐。明发是谁啊？不是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你等一下。不要。不要吗？不用吗？你确定吗？应该是那个 police officer 吧。哎，对啊，你想认识他吗？那你确定我要脱吗？没有啊，我是说看你没有表演呐。OK， 啊，你说你要什么啊？会不会很多项啊？我想说我去那个跟人家借油锅炸一点点给你，不能买太多。那我要鸡排。你啊，3份吗？2份。2份，然后呢？然后那个5碗汤圆，哎，还是碗？没关系。5份汤圆，然后呢？我们炸地瓜，做加料，地瓜6份，奶茶而已。好，带回公司吃的。好，啊，你现在要那个吗？你现在要吗？哎，他们没有卖，你有车吗？他们卖的是 QQ 奶奶，好喝到。阿爸，你等你有空，你再炸给我。不是，因为你如果要的话，你就有空的话带我去医院，我去借他们厨房炸给你。那台车不能炸吗？因为那个是饮料店啊。哦，好啦，那要不然你到医院，你有炸，你再跟我讲，我再过去拿啊。我想一下哦，还是我问他们有没有厨房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你问一下有厨房。你们有小厨房可以借我炸个东西吗？哇，我被盘了6000呢。哦，没有，我说你们里面酒吧里面。我好像少了12000呢。我靠。可是进得去吗？进不去呢，进不去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吧，那算了。他说进不去的，要不要？你什么时候来医院啊？酒吧吗？你开？你今天开店应该不开？没有开，我就想说你要我就卖给你啊。哦，应该不急啦，应该不急啦，你不要你。我可能12点去在。你到医院在？OK， 好。再跟你说，对，可是我有你的电话吗？我问你的电话吗？这个是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你的电话呢。不然我电话，05016000。05016000。嘿，小天呐，你还没拿饮料呢。不要走，等一下啊。我传我的名字给你啊，你再传给我一次，因为我怕我打错字。不会啦，我名字那么简单。哎呀，知道哎。我那个杀了我一跳，天意。尊重那个环保哈，我们现在都那个袋子都那个。这我的名字啊。动的可以直接打开。就问人家了。
那我没打错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到医院再跟你说。好好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有没有？还没拜拜？你们不是要表演吗？没有吧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的天哪！好可惜哦。我是不是太晚来啦？还好吧，我们来没多久啊。啊，我想说还会更多表演呢，好像会更精彩的。我已经准备好20000块要来撒了。你，我不知道呢，我是没有了啦。哦，你是没有了。哦。好啦好啦，我跟你讲，看你那组表演的很好看啊。除了谢谢，我看一下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个东西。好。有托就给6000，没有托。怎么？哦，那个啦，表演费啦。哦，谢谢呢。为什么要摸我多？你们挑那么赞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对啊，你们那么辛苦。谢谢谢谢呢。哦，没事啦，这是小意思啦，你们比较累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下炸好，我还是再跟你收一笔钱哦。没有，我没有，这小票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好，我会分开啦。我是那种那么小气的人吗？以前是啊。以前比较穷啦，现在还好了。好哦，那就好。那我待会炸好跟你说。嗯 ，OK OK。好，麻烦你呢。嗯，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干嘛？到时候给他照一下裤裆就知道了。这里，我跟你讲啊，听说刚才那个老鼠啊，跟猫猫在外面吹吹。哈哈哈。啊，到了，结束了吗？啊，刚刚还在声优。吹沙小啦，干。吹伤口啦，吹伤口。啊，那个老鼠是谁？那个老鼠是谁？那老鼠。哎，你看阿角有没有在讲？嗯，绑他，干你娘嘞！吹吹不着我，妈我吹他，换我吹他，干你娘！吹伤口吗？你确定那么单纯吗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刚才看到他们在后面哦，我不知道干嘛。他是嘴巴亮，不是在吹枪口而已嘛。看那个吹一次300块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呢。看你啊，服务业呢，干不就我坦击败。就杀啦！就杀小啦！我就白出。我们去。看你啊，吹一次300，我也要。我们去找那个画画的怎么样？谁？他。你要不要去？谁画画？你看推特上面有个那个画画。干嘛？你说那个猪账啊？你说那个猪账啊？靠腰，我在监狱认识他的呢。等一下，我哎，阿角，我去你车上等一下。猪鸟，你要坐他的车哦。哎，我找哎小二长嘞。蒙鱼呢？蒙鱼。请问你是那个公园哦，好，我去公园找你。你们要不要画画啊？等等，我先找小贺。我今天已经喷了1万4了。为什么你喷14000要找小贺？没有啦，我要找小贺。然后我说我今天喷了14000的，这有断句的，这有断句的。OK。不行哦、喔，钱管不住哦、喔，一直流出去哦、喔。看来你是缺一个帮你管钱的、啊。干嘛？对啊，我是缺啊，怎样？怎么拉脚？可以叫刚才那个老鼠帮你管。他妈，他长得像男的。他妈的。对，你是假婚吧？假婚这样假吗？哈哈，假婚啊，都差不多吧。假 K 不是用 C 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妈的。哎，海总啊。没扫掉。哎，你账是摕几支？什么台规矩？手机啊，手机。你不是丢地上了？你啊，手机身上我一直哎、欸。他妈，你不是说无线电也干？啊，可是小二不是就捡起来把它丢在旁边？是没有啊，我有干走一只手机，然后是无线电有干2个走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听到吧？
真的吗？我听到。我跟你讲啊，不是，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，这样有点太过火了。你今天拿他吃的就算了，你还拿那么多，你还拿他手机、无线电，还有那个什么，你是不是还拿人家工作证？是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到那没有那么必要，你懂吗？早安。早安啊。这真的太过了啦！我今天去找他们人讲啦，讲。讲。很可惜，那你没看到。他也会，我讲啊，那个他会自己管好小弟啊，我们也要管好我们自己啊，你懂吗？林阳。我们要做一个底线给人家看啊，一个林阳。干嘛啦？我在讲话干嘛、啊？不是你那个饮料钱还没给。靠腰，阿妈你先帮我给啦、那个，我等下给你啦。我不在，我在那边，我在另外那边，你。哦，哎、欸，你等下，你叫那个小姐来公园找好不好？我直接领给她，我直接领啊。靠腰，我叫小姐来公园找你，听起来超级怪的，好像有一点。什么啦？我说叫那个小姐啊。轩呐、啊，哎呀。你养才900啦，你在银行过给他吧，我问一下他好，你过给我吧。900，你银行给我好了，我一号。好、哦。干嘛要过户了？你看有没有900？有。把你绑掉了啊！好变。靠腰，哎、欸，干讲跟你讲真的，阿强之前也跟我们讲过啊。没有打个地板，没有必要把人家家都给抄了吧？我们又不是那群人。重点是看是谁先的嘛？你跟他们讲了啊，他们说什么？什么？上次谁先的？他跟我说那个人，他小时候很穷啊。他只小时候很穷，小时候很穷就可以这样。哦，我现在长大也很穷，我也想这样做。他妈的！他妈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肖像委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啊！我讲哦，你今天你这样做下去哦，你是害到公司的人哦。真的哦，连我讲连章鱼烧都被你害下去啊！他钱还没还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他在这样身上被扒光，你要帮他还哦。什么？你等我，我就领钱。他妈的，不是钱就可以解决？你讲话没听？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哦，你一直按下去，想说点什么就算了。干嘛？我身上这边剩十几万。十几万不是重点，你知道吗？十几万一直以来都不是这个重点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问你，就是那种开始抢人家有个 sense， 你懂吗？有个底线。我们今天是文明人呐、啊，我们跟那群流浪狗是不一样的。我这个还真的，如果你要人跟畜生一模一样的话，那可能，我不知道我要跟你讲什么啦、啊。可能要问一下阿强吧，因为我，唉，讲太多你也不喜欢听啊。讲个同理心在，你懂吗？喂，同理心在啊！你有没有搞清楚到底是谁先开始的、啊？他妈啊！他拿你什么？你们那个一拿我身上所有的食物啊！拿我身上所有，那你干光他食物就好啦。你今天拿到人家的通讯设备、啊、没有？他设备，如果他今天身上有食物，我一定干食物。重点是他妈的身上只带五个面包，三瓶水。我干那个干嘛？啊你，我他妈当然拿了值钱的东西啊！啊，你干吴京那个看手机干嘛？我把它当成食物在干啊！我买那些东西，食物也差不多花了那些钱啊，差不多吧。你真的没有那个必要，你懂吗？留一条活路给人家吧，人家也没有赶尽杀绝啊。别人这样抢我们，但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抢回去啊。虽然你会不爽什么的，但如果你讨厌他们这样的行为，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跟他们一样的行为？你自己几岁了你也知道啦，小孩子不懂事别、跟他计较啊。100块啊，这么便宜啊。啊对啊，这样等一下每个人都来换。如果你今天要把你的格调降得那么低的话，突然感觉你可能跟流氓他们很像啊。你欠揍啊，人家讲话人家睡觉。我想要省油。你自己想一下。
东西是不用、啊、东西是不用还啊，但是你自己想一下，因为我有跟他们讲啊，他们那边的人他也是会自己会管好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他们还要拿吗？不拿我就不拿、啊。什么不拿就不拿？你在干嘛？拿需要拿需要的就好了。只是你今天拿到手机，跟你讲，我跑出这个猪猪啊！所以他的意思是，啊，我需要手机跟无线电啊。他跟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跟我说，你拿吃的，拿钱都没差，拿需要的就好了。手机和无线电，你有一只就好了。你会用到五只手机吗？你是开直播的，是不是？你拿了他那么多东西啦，你拿了一堆手机啦，你要干嘛？战利品哦、喔？你在玩什么？逃离塔克夫哦、喔？我们今天是出来打地盘的、啊，搞得像游戏一样是怎样？再去买个帽子啊！你如果今天是玩 Apex 啊，你去舔人家包、变人家尸啊，我都没意见啊。他好歹是个人欸，大哥。你这样搞，迟早我们都会出事的啊，你懂吗？你稍微想一下，你今天人家拿你这样的东西，你作何感想啊？而且你也不要有所谓的报复心态啊，人家不上道，你要跟人家不上道吗？你懂吗？不上道。嗯。你有时候好好冷静想一下，你这样做对不对啦？意气用事，有些地方是好的，但不是每件事都可以意气用事啊。真的，有一天你这样意气用事，搞不好你就少了什么，你自己也不知道啊。哦，好好想一想啦，理性啦，现在都好好讲啊，以后可能他们不好好讲的时候，我也拦不住了啊。我能帮你的就是怎样让他们不要跟你好好讲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们的好好讲不是我现在这种讲啊，他们好好讲是这种的、啊，只要给自己要个底线啊，给人家看看我们跟狗是不一样的啊，人跟畜生就有差别啊，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啊。好啦。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最主要跟你讲一些这个啦，不然我看你这样气下去也不是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找一个人去收一下保护费那些吧。好啦，吃料理啦，压压惊啦。我也要。啊、你也输啦。哎、欸，你们就在聊天吗？没有啦，我们在扫地呀、啊，我们在扫地啊。好好啦、啊，所以今天也要去拿东西吗、嗯？稍微想一下。啊，我等下差不多要去睡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待会我们进行一下昨天的那个计划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你那个刚沟通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什么计划？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对。刚，一二三四五，那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干嘛啦？你不要碰瓷呢！我刚才喷一万多了呢。为什么啊？啊，他们跳得太香啊！每个都发个六千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没有啊，好啊。干嘛啦？你有跳吗？好，我你他妈、啊，你刚刚帮我放音乐的，你这边、啊、是？哎，等一下，啊他妈，有人说你去帮那个老鼠吹呢，是啥小？吹死。吹干了，吹干。他说你们在外面吹呢，真的啊，不是老鼠都叫出声音了。因为我那个那时候就是要去收那个地盘保护费跟那個工作证的时候，欸、然后就受了伤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治疗，我没有发现。然后到酒吧在跳舞，对，舞厅在跳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一直在流血。欸然后我想说这边的医务局，然后随便叫一个，啊，哪知道那个老鼠就乖乖过来了。老鼠是你家养的，是不是？叫米奇？可能猫抓老鼠啊。哭啊！他还自愿被你抓的、欸。对啊。白啊！就在外面帮我包扎，就有那些人就在那边吃瓜、啊，在墙边啊，那边造谣啊、哦。老鼠在帮你吹吹。欸、那个。等一下的计划。
他妈他妈谁？你干嘛塞我东西啦？拿去还那些乞丐吧。他妈他妈不是、啊，你拿都拿了，你还要叫我还他干嘛？是跟你说下次不要。我们要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，那下次就不要，你懂吗？天意啊，你看我是染到什么颜色了、啊？白色啊。白色跟什么？阿佳，怎么了？得做嘴啦。白色吗？怎么行耶？我以为是金色的。啊，既然都拿了，都拿了啊。那个啊，该讲的我也讲了啊，啊，他们也是没什么意见啊。就是如果我们再这么激进的话、哦，他们也会变得很激进啊。我们打个地盘，没有必要赌身家吧？嗯，你懂吧？对。那就染到白色跟黄色，还是白色跟什么？哎呦，干！哎呦，看起来是白色跟干里面啊，发抖腰啊。是黄色吗？我觉得很像龙须糖呢。啊啦啦啦啦啦啦！可以啊。可是我有类似。哎呦哦哦哦！到时候。哎呦哎呦。我们一堆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阿仔有一堆很像。我先忙一下，我先忙。我两个不知道怎么。每次穿出去都看你娘，他妈的长那么像。在一起，在哎不是。没有没有。过年。看你们好像哦。单等那个计划。有俊商也是有。单等当。我先联络一下，我先联络一下，看一下他在不在。然后就不要像昨天那样，然后他一跟你讲就，跟你讲就要死掉了。你昨天怎么了？坐我车，坐我车。好吧，我们来去接台。等下神友、啊，测一下我，测一下天意啊。神友个屁呀、啊！你们穿情侣装还神友啊？他妈谁穿情侣装啊？感觉龟仙姑北泡泡呈现你的黑。好啦，我哎、欸、阿角，怎么了？我走音了。好的啦，阿角哦。对，等下你在哪里？先回公司，换昨天的衣服。OK， 昨天的衣服。对啦。好啊，可是我叫那个画画的，好，我跟他说晚一点啊。对啦，晚一点，那个晚一点啊，不然我等下去睡了。好。你要打底盘吗？今天应该是没有吧。明天吧。不是要那个计划吗？对啊，没有啦，他不知道啦。要约在哪里啊？我去找一下，找一个地方。63。我们是不是要借一台车？63。对啊，等下我们借台车。没有啦，等下我会找个地方给你，然后你等下把车开进去，然后在那边等他，等他进来。光头好阔，理性沟通没有啦，我那个有时候讲一讲，就会莫名其妙的有个会嘛 ，fire 嘛。怎么分那么多钱呢、啊？吃了药，好想睡觉。
等下早安天意咧。我们在公司。我要换，我拢照出来。要换那种，换那种完全不是平常的风格的哦。我平常不会穿这些啊。我平常也不会穿这些啊。我借车。我们这台速轮车啊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怎么处理那个人呢？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然后我等一下换五星店，等一下我接到车过来啊，然后换五星店讲。我们换回去原本的频道吗？还是昨天那一个、啊？昨天啊，可是那个时候你们不是有换另外一个？哦，我们换那另外一个又更远了呢。还是你们把那个频道等一下传进去给我。哦。你现在传吧，然后我现在尝试着找到他。哎、欸，阿角阿角，公司门口。嗯。啊，天意嘞天意嘞，我车弄到。我们都在公司门口。怕啥小？怕三怕三？怕啥小？怕三子。One two three。Four five six。啊啊！不会接哦。我还没接好呢。我哎、欸，去买一下那个光大衣。看你没有买什么。要光大小。你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刚才忘记你念到了多少。去花那个肖像画，100块画一张。靠腰啊！我等下弄完我要去睡觉。如果你还没有睡的时候啦，好吧，那我们先去画。明天画完看怎么样再跟你讲。明天清早，要、啊、不然你帮我叫他帮我画一张啊，你再拍下来传到我。旧梦的这个是啥小？哇！去买啦，去买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前面那台啊。他住账。650651这边，然后等一下你们。回答。那个地他没上车啦，回去。那个地点我找给你。等一下，先正常讲话。那个地点我找给你啦。怎么了？我一个更好地点。我的想法是说，这边有一个652那边有一个提款机。然后我先小芳在这附近撞车，然后跟他买修车包叫他过来。啊，他修车的？不是啊，他酒吧不是有那个修车包？哎呀，他是酒吧的。哎，对啦。哎呀，如果我没抓到我不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啦。你们要那个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我们你在哪里？我们要想好编号，不要叫到对方的名字。650跟651中间那边不是有一条小巷子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等下直接无线电推掉了，拜托。我们等一下，那个光头树大皮啊，我树二皮，然后怎么小树小皮啊，这样子。大皮二皮小皮啊，二皮。
Let's go! Let's go! 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我搞不清楚。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？你们不是有想法？我们有想法，让他没办法。他妈就枪过去截他，不就结束了？然后我们也会假装抢你啊，然后再把你绑走，说我们要去抢银行啊。可是他如果比你们凶嘞？干你娘！我们有三把枪哎、欸，靠北啊！靠北，我们有三把枪嘞、欸，他妈的！我那你们等一下，你们要从哪边？你们从那个海边那边来，因为那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斜坡，那边比较高一点，可以看得到。那我们要想好我们的逃跑路线。你们从六四八。我们逃跑路线没有啊，我们就逃到豪宅区，把车丢了，衣服脱了，我们赶快跑啊！我呢？我呢？跟657中间那条有一个 ATM。哪里？那你们这样全部都拿走还是拿一半？我觉得拿全部拿个五万就好了，拿个五万就好了吧。靠腰哦，他妈六万你他妈拿十几万你拿得下去？你我拿五万就拿十万啊，我拿五万就好，我觉得拿五万就好。五万吧，你等一下你拿你等一下你拿，我指着他，我威胁他。我拿我拿。小皮的位置。你说在哪里有机关机？我刚刚开进去，你有看到我们吗？没有。可是我看到你的呢。你在哪里啊？开走啦！开走啊！好啦，反正我们等一下会过去啦，哦，啊，等一下你直接你要，我们在大学这边就好吗？对，然后你就直接关无线电，然后我们直接过去。没有错。你们现在有看到我吗？你刚在那个转角对不对？对，我在那个转角。在前面，看到吗？哪里？靠腰。我先故意把我的车撞坏，你们等一下先帮我。右边。这个是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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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撞。他妈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的，那他早知道不要修车啦、啊，干。我们要去看那个小皮，你要处理那个、啊、处理那个女的、啊。谁是小皮？你啦，干你啦，是小皮啦。你说小皮啊，不然你谁？你说小皮？那你说是中皮吗？我说皮他又中皮、啊，他是大波皮。还说你是老皮哦，我是沙锅皮的。他是辅助助长，他是助长。我们来助长。咱们往豪宅区汽车脱衣服，直接绕跑回家换衣服。你们现在是看得到我的吗？看不到。看不到呢。看不到嘞。哎、欸，等等等，站在路边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把我们说话习惯全部拔掉，因为我等一下会退无线电。好，你。然后我的暗号就是高举双手。OK。对，高举双手就代表我钱已经给他，我要跟他说拜拜。我觉得我们那个去那个看到那地方，然后不会被发现。那你们派一个不是有走到吗？在站在可以看得到我的位置。嗯、我们就不下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看得到我。嗯，我今天跟我说一下，我就退掉，我就联络他过来。我们进去那个屋子，那个房屋里面吧。他再把车开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哎，这台这边吗？有进，前面可以进去的。这间哦。哦。哇，好高级哦。前面直走，先看一下这边。直走可以进去吗？这边怎么？退我一点。我等一下听我讲哦。我拿过去哦，把手举起来，不要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压制住了嘛，他如果拿枪反，就说你确定吗？我有三把枪哦。然后他如果开始反击的，我们那他就倒了。如果他没有倒的话，那我们进入 A 计划。A 计划就是，我们先打劫他，我拿枪压着你，我拿枪压制住他，二皮去收割，然后小皮也假装收割你的。你们就为了吗？然后我们再把他绑走。看到你呀、啊，你可以退无线电啊。我们再把他、把那个女的绑走，说啊，我要带你的去抢劫。举手有看到吗？再见。你贴着你的车子，贴着车子近一点好了。贴着车子是不是？然后绑他去抢劫，主要去抢那个。前面点。我们要故意喊大皮前面点潜伏。哎，对，这样可以。他在哪里啊？没错，他看得到的。
这样子有看到吗？举手的。有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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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得到。好好好好，那我退回去电话，我抓他。会打开。什么意思？没事没事，这个是我们的问题。那我退掉，我叫他过来了。OK。好的。阿角过来，阿角过来。小皮过来。叫我小皮。小皮。他在哪？我看到。走走走走。往后走啦！阿奶，哎，记住哦，我们是拿50000哦。好的。才50000！他妈五万要赚多久？哎，靠腰，要走到对机哦。啊？我们要不要躺下？不然我觉得我们这样很明显嘞。哎，我跟你讲。算了，我们哎，小皮，嗯，我跟你讲哦，还是不要绑人好，我们就直接走了，我们就直接走了，哎、欸、靠，可是他有开车哎、欸，我们跟他，还是把他们车胎爆一个，哎、欸，我叫他背对我们，然后我讲你背对我们，我们背对我们，然后我把车开过来，然后我们直接跑，把眼睛蒙起来，哎、欸，你有带子弹吗？没有，我靠腰。靠腰，忘记带手铐。他妈的，还忘记带手，哇靠呗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就逼他走远一点，不能让他碰到他的车。啊，对，让他远一点，走到对街怎么样？嘿嘿嘿，还有可能被车撞。对对对对对。要不要躺下？躺下比较没那么明显，你都把我推下去哦。这推下去又怎么了？不会啦。你要确定啊？确定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觉得我们想啊，经过干嘛？来啦来啦来啦 ，Play， 准备啦！看得到吗？哎，二皮小皮人呢？我到铁门旁边了，等你们。要车就开过去啊！你要开车就开车坐。哦哦。你坐住啥大皮？肯定是。哎，等下太前进会打开，会被发现。他举手了吗？忙走了。你说现在吗？说现在吗？不说嘛，他举手了吗？还没啊，靠呀，还错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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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了给了。刚说什么说话啊？走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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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动！啊，等等！不要动！哎哎哎！不准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枪堵着你啊！把手举起来！不要动！那里的不要动！不要动！都不要动！你都没说，你滑下去！你都过来！下车！你都不要动！下车！快点！我数三声啊！我数三声！下车！要不要下车？把手举！举起来！把手举起来！靠到那个墙上，那个绿色围墙。靠着车主！举手！快点！靠着围墙那边，我指着那个方向走。过去围墙，快点！你的也是，干嘛？你也过去围墙那里。快点！这样，另外一边。嘿，走这么快想干什么啊？慢慢来，慢慢来呀、啊！靠近，靠近啊！啊！我们只需要干嘛？起来！终于呢？你是不是没有吃饭呢？啊！这是打劫啊！打劫！看一下你讲什么呢？啊！不要轻举妄动啊！什么啊？哎呀！把值钱的东西带走！拿走！他妈的！我顺便拿一杯咖啡奶奶啊！啊！拿钱啊！靠腰啊！买不起是不是、啊？你是不是想搞啊，小皮？哎、欸，那个不要拿，来！啊！这个戴帽子的，把你的手机跟无线电丢地上！
欢迎收听，我是念这个女的也是，女的也是，快点，快点。啊！怎么了？救了没？快点，男的丢，我现在也是。啊！他身上有没有枪？他们身上有枪？有。啊！把你们枪也丢在地上。我帮你丢一下啊！啊！把你们枪也丢在地上。他们身上还有什么吗？没了！我给你给我数到十秒啊！我开车过来，你们先要玩躲猫猫啊！你输，好来找我们 ，OK 吗？然后我们一走，你就开始数十秒，数十声了、啊。啊，没有十声不能走啊！数十声，大声一点啦、啊！大声一点，听到了没？快点、啊！他妈快走！哎，你拿多少？快走！安全带，安全带。那个男的有讲话吗？没有，完全没讲话呢。不知道他是吓到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呢？对啊，没差，至少他好配合。快走！他应该不知道我们往哪里走。我们等下把这台车给处理掉。哎，等下我们请他妈来这。在我了，靠腰啊！快点！快点！他也要捡东西啊，比我这么快啦。对啊。在这边换车啊，右转。哎，左转，右转。这边吗？妈，左右不分呢。不是啊，他又说右，又说左，靠呗。随便啊，要不然我们开去那个庄园里面停一下，再来载我们呢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去庄园，我们去庄园烧车，我们先把。啊，庄园在后面。身上，我们把身上把车烧掉，走去庄园吧。可以啊。身上，你们有带汽油桶吗？身上那些衣服怎么办？有，我带。衣服也脱在里面烧掉，不然呢？对啊，全部都烧掉，快点！快！脱！我放后车厢，你们先倒汽油。哎，你怎么脱那么快？我在里面脱啦，我丢在里面了，丢里面。安全帽。我倒汽油。还有什么？面具。我墨镜也太丢了，你也丢。我身上还有什么可以丢吗？你帮我看一下。内裤吧。哦，那个还是要穿了。OK， 可以了吧？走。快点！完了！有没有烧甲？走！你要走靠北往上走，阿甲你要去哪里？往上走啊！对，往上走！快点！往这边走！我们应急！看到你！这边有庄园！这边有车，我看到停车场了。好。你拿他多少啊？六万块，干你娘！就是拿5万块，没有5万，他妈的，臭乞丐！对啊，是啊，他上有16万，我真的不是玩。等等，我们你要确定安全哦。我们先换回71。阿妈。怎么了？我们刚才衣服被扒光啊！他妈的！是啊，他这样16万，我要鬼数啊！我就闭嘴了！等一下！怎么了？我是觉得可能去刚那个奖会比较好。没有啦，我们三个人被人家逼着扒光衣服，盖里尼亚嘞！妈的，他还跟我们要钱嘞！对啊。妈的，车也给我们烧了！干你娘嘞！你们也是遇到三个人的吗？对啊，妈嘞！干的那个，妈阿脚只拖到只剩下泳衣呢。你是遇到那个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讲话很娘操你妈的！那个女生是不是很黑的？没有，我看不到呢。那怎么看？
那个女生超白的，我有看到她的那个脸。他长怎样？他长这样？干你娘！不要让我遇到，我们开烂他们。他妈的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看过他的脸呢、欸，就是他的脸，我第一次在这个镇上看到呢、欸。但我们戏剧学院，那真的很丑的感觉。啊，他妈你还在那边弹钱，干你娘！他妈会死的。女主角呢？白痴哦。没有，他像米妮、欸。他像米妮。那个男生是不是鼻子有点塞呀、啊？一个像唐老鸭，一个像那个。他们讲话声音都超奇怪的。对啊，干你娘嘞！他妈，他说刚才说什么抢了很多钱，然后现在跟我们抢衣服，干、啊、你娘！而且他也把我们手机叫我们把无线电什么丢地上。对啊。那个男生是不是有头发的、啊？你们速度不住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头发嘞、欸。他们是八速的，包紧紧，你要怎么看啊？我啊，妈的！哦、这些人真的很奇怪，妈的。哎哎、欸，为啥、啊？哎，怎样？你知道你们惹了大麻烦吗？怎样？对方是谁吗？什么？我们没惹谁。妈，我们被人家抢哎、欸啊！我们惹谁啊？你要讲一下，我们惹谁？我们被惹呢、欸。他妈的，我们三个现在脱光光在路边干一台车回来。他妈什么谁？为什么 John 打电话给我？啊？啊 ？John 打电话给我呢？他打给你干嘛？你接啊，你就接啊。他打给你干嘛？他说有人要搞李川啊，他叫我去搞清楚是不是我们公司的啊。啊，不是啊。妈的，我们就被搞啊、哦！那你没有，你这样直接怀疑我们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人家讲什么就听哦。不是，他妈你们靠压就直接让你睡，所以你连问都没问清楚。我不是关心我们被抢，然后是他们先问我们说我们去打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你们突然换无线电，我觉得你们很奇怪啊，所以我才直接问你们啊。妈，阿盖那无线电被。你那不是问你那直接是说我们的。哦，那我现在问你们，是不是你们啊？不是啊，不是我们啊，干我们三个被抢哎、欸。我们现在他妈的，那个跑不回公司呢。他是谁抢你们啊？妈的！我们怎么会出道？干你娘！他包紧紧，我还会知道？我知道，我就跟你讲啊！不行，笑死！哦，好了，不是你们就好了啦。他妈的，那一帮人，然后看到一次我就开一次啊！干你娘嘞！他妈的，扒我衣服！我他妈在镇上第一次裸体耶、欸！他妈走在路上跟孤儿一样。哪里？我去接你们。我们的公司。我们跑公司啊。我觉得好冷哦，我没穿衣服。妈的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，我的话三点穿着。我去把那个大衣乖乖删掉。他妈，你这个助账，你还没讲，干你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、啊，不是，今天什么事情都忘记哦，什么事情都忘记哦。来，过来。不知道谁他妈住到他不会掩护我们啊？这你这样楼上也会听到。来，你来这边，来这边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在原本八十三那边讲。我们刚刚的后面的后续是怎么样？因为换回其实一定会有他们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就是要讲说，刚、哦、我们被抢。不是你们没有先跟我说啊？不是，他这个隔壁的直接跟我聊钱，我他妈差点跌倒，击败啊！而且他妈、啊，你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他妈被三个人抢啊！干你娘嘞！不是啊，你们有三个人，为什么他们会抢你们、啊？没有带枪的，靠边、啊！他妈，他拿古生博哎、欸，他直接出来威胁我哎、欸！干你娘嘞！啊，他拿那么大把，我他妈不投降，我要干嘛？我要被闪风哦！哎、欸，串供，有听到哈？有听到？你们怎么没事被人家抢？你们在哪里啊？他妈的，我们已经走回公司了、啊，干你娘嘞！我们妈那帮畜生，不要被我遇到啊！他妈那身衣服我记得啦。我们先说我们去哪里，我们说我们刚才去跑山怎么样？练车技。跑山三个人在山上啊。可是这样没有啊，等一下啊，就是你们可以说比如说天意跟阿角一台车，然后领养一台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说没有，我们现在设定已经三个人同，我们三人同车。可是他很同车，不是啊？因为我说我们没有，我们的车都被烧了、啊，炸了、啊。
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对方已经先掏枪了，我们也来不及掏啊。有啊，没有、啊，就是我们也。那你们分享了什么？阿妈干你娘！我们被抢了衣服，然后还有我好像被抢了两三千吧。小黑来了。然后他妈还要抢什么？干！他把我开锁工具也干光了，干你娘嘞！还有那个什么？干他还干我料理哦！他妈我没料理了，阿妈我干他把我三包料理全干光。花生那是很重要啊！他妈阿妈我花生还在我就放心。妈的！那你们有想抢毒品吗？没有，我差不多要睡了。抢完才睡啦。靠腰，我今天本来就，我今天已经超时了哎、欸。来啦来啦，银行来啦。毒品明天呐、啊，明天呐、啊。好，明天吧。好，明天吧。我们军火和那个。今天没有看到欧文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欧文在帮在约会呢，大好时机啊。哦，那你们去就好啦，干嘛靠腰啊？靠腰，我真的要，真的很累，我要休息了。我已经超了。好了。他妈，我跟你讲，停牙角，你要把那个丢推下去啊？随便啦、啊。你说这样子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个记得，他妈跟你讲，那三个人给我记清楚，他妈你去查，他妈到底是哪个智障？干你娘，你要把他开掉。谁他妈记？不是吧？不要出卖我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钱分一分。靠别，不要在这边昏呐、啊！妈的。没有，我说等一下你户头汇给我。哦。啊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汇。哎、欸，不用。不要现在啦，下注啦。不急啊，就不急。明天、啊、你先把钱存下。先把钱，你先把钱存下。他妈也才那些钱而已。先把钱存下。他妈你摸六万，他妈摸五万就算了，你摸六万。我跟你讲，算你这件事怎样？啊。他现在在问我了啦，住账了。啊，你就无所谓的啊，就像我们刚才那样回答。反正我刚刚没有跟你们待在一起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对，车上完全没有张明烧的味道啊。OK。容易更烧小啊？车我们都烧了，欸、他妈有证据、啊。他这样完全就是不相信我们呢、欸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虽然这事情今天也是我做的。我刚刚听到。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昨天那个小慧有起床吗？啊，我们要搞的时候他在吗？那时候他好像不在无线电呢、欸，还是在？我忘记了。我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有没有听到。如果他听到的话，就有，他应该说，就应该会合理的怀疑啊。哎、欸，阿张先生，你讲什么？我说刚刚我听到这样很凶的问他啊，所以到底是找到了没？那就没下落啊，靠北哟、哦。那是要怎么有下落、啊？靠腰，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人？阿、啊、都决定要搞了，就是搞到底啊，你你啊嘞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妈的，看你你啊！这个好像原本不知道是谁干，结果是这样的人。不是啊，啊这样子，如果他们要怀疑我们的话，哦，他们又没证据。我没证据啊，我跟你讲、啊，衣服烧了，车也烧了啊。啊，他没有烧不到。对啊，我们该烧的都烧掉了。我刚刚有刻意问那个人，哎，我刚刚可以问他，哎，你们都知道是谁吧？知道。哎呀、啊，我刚刚就问他，我说啊，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他说我谁看得出来啊？谁知道是谁啊？对啊，什么谁看得出来？我跟你讲，他一开始他的超级不愿意下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很凶，不下车呢。对啊，他是不是真的怕全部钱被抢走？然后跟他说，我再存六万给你。他说不用。喂，事情。哎、欸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你们去抢我们的人？是哪个你啊？他妈的，我们刚才被抢啊！你们刚才被抢是怎样？干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是不是被三个人抢？对不对？不确定什么男有男有女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不确定他是怎样啊。他们是穿大衣和安全帽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他们的人啊，开车过来啊，抢我们三个人啊，逼我们把衣服脱下来交给他、啊，然后还把我们车给烧了、啊，概念害我们全部裸体走回公司啊！他妈的！妈，我干约那个。概念我是不知道啦，反正很刚好啦，他们就很刚好知道立川要给拿一堆钱啊，然后你现在又很刚好，你的也被弄啊，我是不知道你在刚好什么的啦。什么刚好什么没有眼见为凭嘛？那我这边现在就是我的人被弄，然后他很刚好是你们的人要修车，叫我的人过去，然后又很刚好了去领钱，然后领完钱就刚好有人来找了，是不是也太刚好一点了？啊，你现在是怀疑我们啊？我们也是受害者呢。你的那边很奇怪、啊，但是你那边你们没有人看到，我们那边是当下两个人都有遇到这件事哦、喔，
你的人跟我的人遇到这件事，所以我们是有说法。你那边是只有你自己哦，只有都是你的人在讲这件事、哦。我们三个都被抢啊！我那你有没有别人任何人看到你们这样子吗？不是啊我是能讲什么啊？我们就真的被抢啊！反正你们那边是很奇怪啊，我只能这样讲了。你们最好是给我赶快想办法啦。我看我们在找这个人啊，我们在找这三个人啊！妈，王八蛋！反正你们现在那边很奇怪啊，我只能跟你这样讲，就这样。好了。干你娘嘞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叫天一回来，叫天一。抱酱的大腿是不是？天一啊，我在跟天一讲话。叫天一过来，叫天一过来，靠背出事。你上来，你上来，快点，快点上来，快点。叫我跟你讲，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点。等下跟我走，等下跟我走。快点。怎样？等天一一下。等等，他在哪里？干他妈的，我呛很气呢，盖你娘嘞，他妈气到后边嘞，气到永顺嘞，我们把钱还给他们。等下，他是直接打给你说，他说他现在怀疑我们三个，我说怎么那么刚好，你们也被搞，我没搞，我现在怀疑你们很奇怪哦。靠背啊！怀疑就怀疑啊！他妈的，他有证据是不是啊？他妈的，我感觉我们会被弄，弄就弄啊！我讲哦，他我惹不起哦，他我真的惹不起哦。我听他的口气是很气哦。是啊，他们不是全拿证据啊。好，证据啊！我讲，明天我们就打死不认。如果真的太他们很气，我们4月1号穿那套衣服走会说。哈哈，变抓到你喽！是我啦，愚人，哈哈，是我啦，愚人节快乐！然后再把钱给他，对，再钱把钱给他，靠腰啊！啊，不还怎么办？好啊，阿豹，我们四月一号再还他。好啊，我就说，4月1号，那再13分钟就4月1号了呢。没有，没有，明天呢？明天国际时间13分呢？没事没事，反正我们先看我们明天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再决定我们明天的凌晨。哎，对。不是我确实跟张医生讲，鸡巴黑呀 啊靠腰不是啊，到底要怎么怀疑是我们啊？盖蒂尼啊嘞，白痴，你在无线电喊那些哦，靠背哦，靠背啊，这样子就这样子可以是不是？白痴哦，我哪知道他怎么讲？他妈这个情绪动物怎么来怎么走？哎，重点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早知道就是。哦，我们要去，哎、欸，我们也不要串，我们说，哦，我们要去睡觉了，我们就骗他们，然后我们直接不见。好、啊，那个是我睡啊。靠北，干你啊，小他妈小贺直接打电话去报，干你娘嘞！靠，不是啊，报什么？就我们先不论我们，跟降我们我们先不论我们干那件事情了、啊，可是重点是小贺没有一招帮我们。他现在，所以他现在是。干他是北七的，干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不行，4月1号。懂吗？4月1号，好烂哦、喔，真的好烂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啊怎么办？阿、啊、邦你怎么办？这样啊，我们怎么会？哈哈，愚人节快乐！想不到吧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阿邦嘞，一样变成那三个人，可是我们不要让他们知道那三个人是谁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当我们是愚人节小精灵、啊，你懂吗？啊，我再等个12分钟，我们去这样变是不是？不要，还是明天？他们在气头上，靠腰。对啊，明天了。好，明天啊，明天啊。好，差不多在睡啊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呢、欸。那很不爽哎、欸。他妈就可以说干5万就好，你妈干到6万。不想不想。那1万我靠，超就不超。哟，叫我们下次干1000就好，好不好？干1000，他妈。我们干1000就好。干1000不如不要干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干我们衣服的钱就好。800块，800块，1000连付两个人、三个人的钱的衣服都不够呢。没有啊，是我们干三个人的衣服钱。几百啊，那搞一干你娘，那你啊，谁知道是这样的人啊？靠肥哦。他不是，反正我们不喜欢他。嗯，上一张不是板书吗？那是我今天要干的时候才发现啊。我睡爽没？就不喜欢他。而且我不知道，嗯，啊，睡爽没有？对。好啦，哎、欸，要睡着了。好啦，你们自己稍微注意一下。他妈看到那三个王八蛋就开烂他们了。好的。
懂吗？啊，有事在手机联络我哈。嗯，那我爱何贝吧。爱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各位，我要去睡啦。啊，有事找我手机啊，我简讯有看到我就回你们啊。晚安。啊，晚安。看你的。早。早。可以来接我一下，可以方便接我一下吗？超级，超级。关了。